列席今日的各单位主管、副局长吴明烟、副局长谢克阳、主任秘书石进志、督察科督察长张慈慧、交通队队长钟方林、刑警大队大队长廖水池、南投分局分局长邱祖文、中兴分局分局长徐章哲、草屯分局分局长娄志强、埔里分局分局长潘金烈、竹山分局分局长洪文宏、集集分局分局长廖志敏、仁爱分局分局长邱少雄、信义分局分局长林建良、少年队队长洪金江、妇幼队队长陈坤成、保安队队长许泽豪、行政科科长陈松奇、保安科科长丁俊仁、训练科科长邱胜雄、外事科科长杨胜燕、后勤科科长林志荣、保防科科长刘威德、防治科科长谢建荣、建设科科长宋仲儒、秘书科科长周党庆、资讯科科长林以忠、法制科科长尤明胜、轮值室主任吴永生、政风室主任张荣坤、会计室主任陈朱怡请假，股长吴志浩代理，勤务中心主任简志光请假，警务员洪一斌代理，管制中心主任杨登耀，公安科科长周正达。那么警察局各项警政工作，那陈明议长、副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支持指导，那么半年来的各项工作进行顺利推动，在此特别表示感谢。在这半年来，警察局的重要工作与执行绩效，在工作报告书面资料的第185页到202页，请各位议员女士指正参阅。本局将持续贯彻强力执行治安维稳，出店名。总务科兼旧科长黄进汉，在管科科长张登旺，抢救科科长陈宏明，预防科科长沈义堂，训练科科长许慧平，指挥科科长张国洲，人事室主任黄素贞，会计室主任彭素贞，政风室主任陈朱金，第一大队林义庆林大队长，第二大队吴家宏吴大队长，第三大队林振宇林大队长，公关议会的公关是我们火调科丁永进丁科长。接下来工作报告，那消防局的主要工作是火灾抢救，预防火灾，及灾害抢救及其他紧急为民服务的工作。那详细的工作报告在县府的工作报告书面资料，第203页到217页，敬请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不吝指教，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林局长，感谢各位主管的报告和介绍。咱今仔登记的议员目前有7位。好，咱来甲请教一挂问题吼。我是讲来，首先来请教咱的南投分局的这个分局长啦吼，南投分局长吼，迄、那个伫咱4月7日啦吼，4月7日迄天，咱这个做这个稻香的两个
学生吼，迄中度智障吼，啊失落，啊就对一个走去台北，啊一个走对台中去吼，啊这段时间顺吼，咱的南投分局长啦吼，区分局长，啊甲咱的南投所的杨俊仁所长吼，啊所有遮的警员吼，会用讲拢真用心，真正拍拼，啊尤其咧咱管局的局长吼，拄好去日本啊。就去日本回来的时候，就无对厝回来，随便对这阮兜来啦，甲我讲这个情形吼，来详细情形做一个报告呢吼。啊，伫遮吼，我是感觉讲咱南投分局长所有遮警员啊吼，真用心啦啊，因为咱袂讲因为着伊较这个较弱势，啊，咱就无爱插伊。哎呢，咱袂呢吼，啊嘛真用心吼。我伫遮，咱的这个分局长吼，咱南投的区分局长，请你去伫几多无？南投分局长，我只甲你按一个赞啦吼，啊，互你啊真辛苦啦，因为这件代志吼，咱两个拢时刻拢有伫保持联络，保持联络，差不多要到一个月啦吼。啊，这方面吼，我嘛伫遮嘛代表着阮迄个叫做。这个陈先生吼，给你感谢吼，啊，这件吼，阳光嘛圆满落幕了吼，这样给你感谢吼，你请坐了吼。啊，搁另外一件呢，咱这个伫5月初9吼，5月初9暗时吼，咱的英北高中的校长吼，伊有打电话，讲因学校一个国中一年啊的这个查囡仔连线判禁。算讲失落两天的，啊不治去向，音讯全无，啊我就甲帮伊找，啊迄阵我第一时间嘛找咱的中分局的徐分局长，啊徐分局长吼嘛有安尼真热情啦，那个在嘛真热情，随派咱这个当时的管区有事去了解，啊甲咱的当地里长，啊咱的徐分局长吼嘛那个在嘛真热情真认真，啊嘛真。表现嘛真正好啦吼，那徐副局长，这件，你请你徛住好无？这件代志吼，嘛是爱真甲你感谢啦吼，啊，伫只嘛甲你按一个赞啦吼，啊，谢谢啦，你的表现吼，用讲伫咱这个做咱这区的吼，大家乡亲拢看有啦，有当时啊拢，咱讲在好爱讲好歹爱讲歹啊，伊这个徐副局长吼，伫咱这个。休困的时间嘛，拢定来徛铁马呢，附近呢顺吼。啊，伫阮来租厝，顺看有迄号做，即个号做当监察，迄个驻下监察有诶无？拢安尼真甲咱关心吼。啊，你请你坐吼。啊，这点诶，我嘛真感谢咱诶，即个做南投县警诶局长吼，邱局长吼，率领游方啦吼，甲率领甲遮尔好啦吼。啊，我是用请教咱。就教育讲，咱的管建设局长啦吼，咱这个做中国中的时阵吼，伫这学期有一个伫民间国中都转过来的一个学生啊吼，转过来三工尔吼，都拢总无爱读册。啊，无爱读册的时阵，我尾啊甲了解起来，就是因是大了妈呢，烦恼到要害妈呢，安尼哭。啊，我即专工去民间甲了解，当时啊讲这个囡仔呢。国中一年啊，就去感染着毒，啊，感染着毒，这是用讲真正恐怖。但食着毒了，要解谈何容易？啊那八个就彩色变乌白。啊，我伫遮请教讲咱的管教的局长吼，你身为一个南投县的这个建界这个大家长，你对这个囡仔方面，诶，这个食毒的方面，你有啥物新的idea 新的这个思维吼？要安怎那个？彻底那个防止这个毒品进入学校，这是真正严重。尤其嘞，咱这个做国中，甚至有国小5、6年啊，冇目到。吼、哦，这方面吼、哦，阮所有议员，包括阮议长、副议长嘛，真正重视这毒品方面吼、哦。啊，我请教讲咱的管教局长。你这方面呢，顺你的个人的看法，你还是你有新的这个措施吼、哦，要安怎来防止毒品来进入咱的这个做校区，请咱
建设局长跟答复一下吧。好，我们请邱局长答复。谢谢曾议员的指教。那实际上，警察对毒品工作都不遗力在取缔。那么，针对这个学校这个毒品进入校园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对于学校外面的这些场所，可能这个学生可能经常会吸毒的地方，事实上，警察各分局、各派出所啊，都会加强的临检跟取缔。那么，对人部分，就是学生部分，因为涉及到学校。那么学校部分，我们会配合学校的相关通报座位，如果有相关的信息通报给我们相关的派出所、那个分局呢，都会全力的去查处。那么希望能够找一个学生，都会让这学生呢不要有吸毒的情形。以上跟议员报告。好啦，感谢吼，咱的局长吼，你伫咱建界方面吼，你的认真甲你的形象，大家拢看有啦吼，嘛真认真啦吼。啊，希望讲你伫咱的毒品方面吼，佮加强你个努力啦吼。啊，至于讲咱的基层即个警员吼，即个加班的即个时数吼，你一定要甲报告啦，因为咱的警察方面嘛真辛苦啦，安尼暝无暝，日无日吼，啊，迄个做一下电脑病个咧吼，啊，请咱局长吼，这方面嘛啊更重视一下吼，啊，请局长你请坐吼。啊，过来我请教咱呢，即个做交通队的总队长啦吼，咱的总队长吼，那就是讲咱即个做伫阮内纳要过来南投即个做事咯，即个倒话要我过来信任即个吼，即个就是有分两段式周转即个吼，啊，两段式周转吼，阮的乡亲。时常拢真侪拢伫遐，讲去要开红单咧吼。啊，但是我有甲实地甲了解，啊嘛请教咱诶退休诶即个建界即个要做即个专家甲请教起来吼，嘛是爱用啥物方法来较理想诶，就是咱比照像咱即个做伫咱做事咯，要挖掘咱东面路呢，用即个方式咧算吼，对当会当来做。双赢啊！咱的这个交通队的这个队员呢，吼，嘛咪较比较辛苦，啊嘛比搞阮乡亲产生这个民怨这么重。阮的乡亲拢甲咱拢时常来阮厝来讲咱的警察局咧，即个消防，即个做交通队的，拢甲咱这个百姓甲当作提款机，时常安尼伫甲开红单，开甲拢安尼。真正呢，真无爽快吼、哦！啊，希望讲吼、哦，咱的交通队长吼，这点会当甲恁改进者吼。咱来请咱交通队长甲斗合作无？交通队长，谢谢议长，谢谢曾议员的指导哈。有关曾议员指导的是从那个。主持路左转进入新义街部分的两段式左转部分哈，啊，因为它是四线道嘛哈，内车道是进行机车的，所以啊，路权单位啊会在那边画那个两段式左转哈。那至于郑议员有提到说啊，可能啊有一些不是很完善的地方，那会后啊，我们倒是交通队啊可以来请了、啊。请那个路权单位啊来发动会刊，来找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处理，就比照那个东闽路七叉路口那边啊来好好来评估一下，跟议座报告一下。那感谢咱队长吼，队长你请坐吼。咱会后咧排一个时间来过现场来个实地勘察，啊，较袂互阮的来到这乡亲吼，真正产生混乱，拢敢当作提款机，时常去要开着红单，啊，开着红单咧。咁即个时代，即、這个司机嘛，遮歹趁食，啊开着都规工都闷闷不乐啊，吼、哦，心情不美丽，吼、哦，请咱即个做交通队长来排一个时间，吼、哦，啊，以上多谢。好，我们感谢我们曾议员，等等，上报掉。啊，继续我们请张维华张议员补充说明。议长，各位第二审查小组的哈，各位主管，各位议员，各位先生朋友，大家早。今天哈，我想就教于我们这个妇幼队队长哦，陈队长哦，
那个因为最近哦，那个大家都知道有关于现在目前哦，补教的这个师生的这方面哦，我们特别重视哦，希望在南投这一区块能够特别加强，在于老师跟学生这方面呢，假设有任何的需要哦，任何的这种情形发生的话，我们在南投是绝对不容许的哦，师生的这种有任何的情况，所以我想请就教以我们这个陈队长哦，目前哦有几个案例在南投有发生过这样子的，有没有？我想请教护幼队是不是？那个张岩，对，好，我们请来到前面好不好？请队长到前面来。谢谢议长，谢谢张远的那个指教哈。那目前我们补教界的部分没有发生过那个性侵害的案件。目前都没有，是不是？是是。啊，上一年有没有？去年，去年也这边手上没有资料，都没有哈。是是、哦。这个所以过去这几年都没有，是不是？去年。跟今年到目前，我手上这边是没有发生过，都没有发生过。补教界的部分呢？啊，学校呢？学校有。是性骚扰、哦，还有师对生，生对生的。目前针对我们这性骚扰部分呢、啊，你有做任何的宣导活动吗？有，目前我们每年哈、哦、都到学校啊，包括公告、哦、国小，哦。那一年差不多有50几场的宣导活动，那包含我们的妇幼志工，还有我们妇幼队的同仁。那仁爱心的部分呢，我们就请分局哦，都到学校来做宣导。我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很多哦，现在家长啊，都来恳托我说，希望哈，我们这方面呢，能够特别加强。尤其我记得上一次哦，我们检议员哦，检视政检议员有特别针对某个学校哦，也是一样。这个有一些这个性骚扰的案件发生，那所以特别在南投市、南投县，整个南投县呢、啊，家长啊，最怕就是他的女儿有任何性骚扰事件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是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个案例发生，一个都不可以。是我们会到学校所以你的宣导活动哦，宣导要继续加强。继续努力，在各个学校都必须要放，好不好？是，哦，这个一定要加强，因为任何一件，你就想你自己的女儿要是被人家性侵，你会什么想法？对不对？这个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们要一定要照顾好我们所有的这个妇女们，哈、哦，尤其是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还没发育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一定要经过宣导的过程中。哦，才能帮助这些人，好不好？啊、好，谢谢，谢谢。另外哈、哦，就教育我们的局长哈、哦，我们警察局局长，目前呢、哦，针对上一次的议员被打事件哦，这个案件其实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个案件了，已经到中央的部分了。那你真的也是蛮幸运的，一上任就有这种事情发生了。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啊。假设你能把这个事件办好的话，其实也是一大功劳。那我所以其实针对这些事情哦，我们南投幸福指数是很高的。那可是就是因为某种案件，我们不希望说一个某些事件而影响我整个南投县的风评。整个南投县的风评，其实各个区块，包括竹山、南投市、埔里。都是非常好的地方，草屯的某些案件出来，我希望你特别针对这个地方来加强，希望把这个事情，哦，能够有一个落幕，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这知名度太高了，好不好？就叫永局长。关心，警察一定会持续的强化各项措施，确保安全。哦，要有一个正面的回答，给我们所有议员一个交代，跟我们议长、副议长，好不好？哦，好。好，
我们感谢我们张委员长，继续我们请黄明科黄委员补充说明。啊，感谢主席哈，啊，你这里啊，本席嘞啊，来跟咱交通队哈，啊，咱队长来做做些探讨些哈。在这当今嘞，在这段时间，咱南投市嘞，咱的街路哈啊，真侪条哩，较细条的范围内，拢画着咱的人行道哈，啊，造成嘞咱的百姓哈，真正反弹，真正无欢喜啦。因为嘞，咱南投街嘞，街路嘞，路哩细条啊嘞，啊一边叉车，一边画人行道。啊，你这嘞，本席来请教着咱的中队长哦，你的感觉嘞，这个为这个人行道嘞，对咱的人员。啊，行车也好，行路也好，伊的安全起见的，你甲看是有较好，还是较歹？请你回答一下。我们请大会长答。谢谢议长及洪议员的指导哈、哦。有关洪议员指导说，南投市区啊，最近啊在划设人行道的标线这一案哈、哦。据我了解哈、啊，这人行道的标线的划设、啊、是县政府公务处哈、啊。依据那个人本环境的计划、啊、向中央争取预算来划设的、啊、据我了解，南投市目前很像有9到10处、啊、有划设这个人行道标线、啊、在划设的时候有很多、啊、南投市民、啊、也有来跟我们交通队反映、啊、有一些路段、啊啊、有一些不是很完善、啊啊、这个部分我们也陆续向公务处来反映、啊、公务处部分也有做了一些适当的改善哈，目前也在改善中。那现在、对队长，队长，咱简单落去，因为时间较无够哈。你甲看安尼是有较好，还是较慢？因为这是他们。我老爸囡啦，你是专业嘛？你的感觉安尼啦，对行车的人员还是行路人员是较好啊，较慢？你甲讲好啊，慢安尼落啊。跟议座报告哈。之前划设的有几条确实是有欠周延的地方，后来公务处有去陆续改善，因为他们是他们比较专业的哈，他们有去改善中，有些路段确实有不是很妥善的地方。所以你这样哈，本席拜托给咱邱局长，你来开会议的时阵哦，应该这个问题真重要的问题嘞，本地双线的。即卖一边叉车一边画人行道，剩一台车会用经过啊，未用小型车呢，连铁奥托拜都未用的呢，对不？啊，恁过来无代志，那咱分局长吼、哦，甲你报告一下，咱南投分局嘞，这阵时间嘞，为着这人行道人检举的，是毋是足多？爱开红灯的种种，造成不便呢？分局长有无？咱南投分局分局长邱分局长有没有？有没有很多？来，你来回答一下来。嗯，请问局长的，谢谢议长啊，谢谢议座哈。我们分局从接获民众检举到目前为止哈，是还没有开出任何一张红单，原则上都以劝导为主，因为这个整个工程还没完成。好，对啦，就是恁就是做到挺好，这点我就给你学了啦。因为也无法度真真正正落实的时阵，唔知好甲歹的时阵，人检举的，所以咧，恁今这政策就对啊，先唔好开呢。因为拢还未完善的时阵，根本这为这个人行道是害这百姓啊啦，住户嘛艰苦，百姓嘛艰苦，所以这点吼、哦，麻烦着咱中队请坐，麻烦着咱中队长吼、哦，你开会当中的一定爱甲咱公务处吼、哦、好好来检讨，未使就无话，唔是讲摕着只经费就好呢，别项摕经费会用做，未用去做唔免摕经费啦。好、哦，你这个拜托着中队长，这件代干嘛？你坐好不？是。好、哦，请坐来。啊，过来吼、哦，是不是咱保安队对，保安科保安队啦，保安队队长过来。啊，请啊，麻烦坐好。队长，我查讲吼，咱保安队咱这兄弟啊，咱这同仁，大家拢真正辛苦啦。啊，保安队咧，你讲要叫伊去办案，伊的专业要讲要破案，要去真正侦查，爱侦查队嘛。啊，你咱保安队所有咱这人员，咱这同仁咧，大家咧，要记功，要记家长的，就较歹。啊，这本事拢了解，但是咧，啊，咱保安队即摆目前咧，是咱所有咱的境界咧。来开红单来施针的上济，你敢知道？专门拢咧开红单，
红单开外紧，但是咧，你南投咧，这栋金反应足歹，安那歹？恁保安队咧开车袂输咧插手，你安怎？啊，拢咧砸车，拦腰呢，砸车呢？你为着要开一个红单来砸车，来砸咱民众的轿车啥？万一咧？恁受过训练，但是这百姓无受过训练，万一若挡袂住，甲恁弄着咧，啊，即摆食要阁赔钱，请你回答一下啦。谢谢黄议员的指教。我想我们对同仁执勤的安全哈，我们经常在要求。那我要求他们安全重于绩效，所以我希望他们这个出去执勤的时候，这个我们 没有给他绩效压力，那他们是年轻人比较。无绩效要你无唔对啦，但是因就是要抢一个记一个功，记一个奖啦。但是我甲你讲啦，你要安怎开红单？百姓违规开红单，我无法度嘛，该开就是爱开嘛，这是合理的嘛。但是要开要开到安安全全啦，唔好砸车啦。咱南投治安真好呢，迄一挂百姓是好好开车，恁对了后壁，雄雄对了后壁呢，雄雄之类，好类随个砸类，这是安怎？南投治安较歹哦。敢要抢劫的，还是安怎？你甲我讲一下，这真正是足危险的代志咧。所以我咧报告吼，而且咧啊，为着咱百姓安全咧，你要开红单，做恁开外紧啦。但是咧，真正砸车这个问题咧，你一定爱去改进。如果咧后厝咧，若佫予百姓来甲本色反映咧，咱大家就试看卖来啦，好不好？是，我咧报告吼，搭一间搭一台车，食亏的我都拢知。是。今日我就歹个讲，好、哦、队长，执勤的灾难，我们会再持续要求。因为吼、哦，一个单位啦吼、哦，要开红单，迄种基础啦。但是咱的百姓生命危险，你唔通讲为着开红单，你甲炸落，啊那弄到的时阵，当然你是歹穿呢。迄百姓是惊甲吓的，你敢知？对不？拜托您啦，好不好？这点问题拜托您队长吼，等于好好要求啦吼、哦。副队长，那个局长，这点问题真正危险的哦，迄炸车侪啊！你要安怎抓？你要安怎安怎拢恁个代志？但你用炸的，迄足危险的。而且本色给你拜托了吼。啊，谢谢黄议员指教。哦，好，谢谢。我们感谢我们黄议员。继续，我们请赖院士、赖员外。啊，谢谢议长。我们第二审查各单位主管、媒体记者女士，我们议员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今天是第二审查小组，有关于我们的交通治安。财主的部分，我们很多议员都是背负着选民的压力，在这边也要反映我们的民意，让我们的主政单位能够听清楚，也进而能够针对我们的政策来做一个修正。我刚刚在拜听我们洪明科议员在谈人行线、人行道划线的问题，我也非常的有感。早上我从这个中区银行下来那个地方啊，也画了人行道，在建国路这个地方也画了人行道。一个好的政策，我们去执行没有关系。那不适应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政策，即使你拿到再多的钱，只是让人民牺牲更多的代价。所以今天这个单位当然是有关于我们警察单位啦，还有很多是在公务处，所以我要就叫那个交通队长啊，从最近我们人行道划线以后，你接获的案件是不是参差不齐，相当的多，有没有？那个队长有没有？请队长。队长有没有来？争取时间好不好？有没有就好了。谢谢议长跟赖议员的指导哈。确实啊，有很多民众啊，有来跟我们交通队反映是嘛？所以正本清源，你们本末倒置啊，根本就是扰民。像建国路那个地方哦，本来不画还好，一画下去哦，这个游民、这个县民要走去运动，都还要先来先去。而且根据反映哦，画线的这个道路更容易打滑，车辆更容易事故。那你画了人行道以后呢，也无助于我们的选民，也无助于我们的形象的一个改善。所以我觉得政府单位吼，不是只有拿到钱就好了，你要想清楚这个政策实行下去对人民到底是好还是坏，对我们县政府整个有没有大大的提升。假使没有的话，就不必要这样子浪费人民脂民膏了。我想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心声，我们同一个选区很多议员都提到这样子的问题。我那么邱局长有跟我讲说，当然是没有开罚啦，民众会去检举嘛，你违规停车嘛。所以我觉得爱财要取之有道，不是为解的困扰好人民去陷阱去这样子也不太好。那我刚刚又听到，保安队的在开红单，所以这显现是我们警力的人力不足啊。
那个队长你请坐。邱局长，我们的人力到现在是不足多少、啊、大概一下就好了，总透透大概不足多少。现在的缺156人，缺156个了哈。好，就人力的部分我再跟你探讨。最近南投县呐哈，治安败坏到极点了，一下子埔里枪响，一下子竹山，一下子草屯，连我们民意代表的人身安全都没办法维护，人民的保姆这四个字听来讽刺，你知道吗？总咨询第一天，多位议员在探讨，连我们民意代表出入的安危都没办法维护，你叫人民情何以堪？以现在南投县的警力来讲，我这边要跟我们的警局建议吼，在人力吃紧的状况之下，保安队的来开红单，那交通队的在干嘛？这应该是交通队的业务啊，啊，所以我就要误导，就要跟警局你做一个请教，在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业务叠床架屋的要简单化，不要让我们的员警疲于奔命。再来，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本业，治安跟交安，你搞得治安败坏，一再上媒体，这对我们的形象真的是荡然无存嘞。局长，你来到南投县，对目前的治安你满意吗？你自己打几分？你讲看看。谢谢议员的指导。事实上，南投县最近的治安也是相当平稳呐。那么要跟议员报告，那花局长三件。局长，你不要闷着良心说谎话。什么叫做相当平稳？公众打人都没有事情，还相当平稳？我是觉得说，局长你来到南投要赶快进入状况。南投的治安不比其他县市，我们一个幅度相当的广，山区有两个山区，人力又不足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守护我们南投的治安，保护我们的人民？到现在你有什么策略？加上毒品的泛滥，昨天台巡署抓到500公斤的这个毒品的制造源头，可以制上上亿元的毒品。毒品是万恶之首，听说行政院要编列500亿做我们的查毒的专责，也因为毒品的泛滥造成我们治安的一个败坏了。你应该比我还清楚，那你要怎么应对？现在毒品的一个专责单位是在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单位？谢谢议员的指教。那么我们毒品呐、啊，我们刑警大队啊，有相关的承办专责单位处理，各分局也在办。事实上，我们的情现在总局的专责单位窗口是哪一个？刑警大队。刑大，现在的这个查缉毒品是怎么做？怎么做？查缉毒品当然从上中游了。如果对我们辖区里面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相关的勤务单位都会注意的。局长，你认为说吸毒的人，你是把他当病人呢，还是当说吸毒的就是要严格处置？你的看法？都会按哪处理？毒品的这个防治工作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就我们警察来讲，我们是取缔的。那将来如果说取缔到之后，后阶段的相关的这个要救护啊，要基本上是另外一个单位。就我们警察来讲，我们对毒品犯要去查获。除了取缔之外呢，这都是消极的做法。所以在这边要告诉局长，既然中央编列这么多的预算，听说啦，我们现在警政单位是把吸毒的毒贩当病人在养啦，浪费民脂民膏啊！里面的纳税钱都要去顾病人啦，吃毒就是要枪毙嘛，造成社会败坏。做了再关，做了再放，做了再放。我们哪有那么多的人力一天到晚在盯这个毒贩，偷的、抢的、窃盗的，车手一大堆。为什么？局长，你来到南投县，你要如何带领南投的治安？你现在讲看看你的想法，你要怎么带领南投的治安？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你要怎么做、啊。谢谢议员的关心。事实上，我们依然是每天不断持续的进行，针对治安的时间、治安的地点，采取不同的措施。那实际上持续进行，像跟谢议员跟我们指教相关治安，你事实上为什么我们南投县的治安呢？基本上没有列管的重大刑案。我们今年这3月来所查获到这个刑案呢，
跟去年来讲，反而发生了降低啊，破获了增加。那针对那个局长，我光是听你讲，我就觉得吼，真的是很空洞啦。你来到南投县，你要赶快马上进入状况，你的总局里面的整顿，你的纵向横向的协调，你要赶快去联系好，发挥最大的功效，用最少的人力做最大的一个效率。南投县的治安，坦白讲，大家心知肚明。我们走出去哪时候被 K， 我们不知道呢。我们被打过没代志的，拖皮疼，佫法律无法度甲制裁呢。啊，这种社会，南投人大家惊伫心肝内，唔敢讲呢。啊，我拿这侪税金的钱，咱的警察是伫做啥？所以我在这边，我讲这么多，我就是要拜托警察局局长，我们的业务化繁为简，然后我们着重在治安跟交安，不是我们本局的业务，我们尽量就回归本业。连那个移民署啊，狂列这么多的财务人力，我们查外来还要在警察局配合，还要有业绩，我听到真的是头昏。虽然逃逸外劳相当多，逃逸外劳造成我们国家的一个国安问题，但是你们想到毒品才是国家败坏的一个原因，社会风气不良，这比逃逸外劳还要轻吗？我们警局多少人员在支援这个移民署的这个查逸外劳，你应该跟中央反映啊，这是移民署的业务，就给移民署的业务，钱这么多，人这么多，我们都人力不足了，我们还要支援我们移民署。我是在基层碰到了这么多的声音，难怪我们的这个维护人民治安效率不彰。局长，你认为呢？你认为呢？我跟你讲，报告，事实上就是南投治安没有很非常平稳啊。对刚刚上述的发生的三个个案，事实上我们对现场的嫌犯都逮捕移送法办。那我上次跟议员报告，局长，我唔捌看过讲吼，哎、欸，我生目睭到今摆，我唔捌看过讲吼。会讲怕怕的吼，啊，我都着徛底啊，等你来甲我抓，这可能南投县第一届，啊，你无感觉真好笑吗？讲怕怕，用徛底啊，等警察来甲我抓。院长，你认为这个是正常的吗？你这个是正当性吗？我是回归到治安，所以我跟对治安跟局长探讨，我希望你要扛起责任，人民的保姆就是保护我们的人民，你不要连打110，连打给你们警察局。都无视于助，那这样警察局可以裁撤哦。所以在人力不足的状况下，你应该着重在重点，治安、交通安全。尤其现在酒驾事故这么多，诈骗的这个层出不穷，多少那的高龄长辈被骗钱还不敢讲，郁郁寡欢自杀而死的一大堆。所以连这个诈骗的你要加强宣导啦，好不好？我希望看到警察局动起来。虽然换了人，我相信说整个 team 的团队的力量是没有松散的啦，好不好，局长？包括明年的政院的500亿的弃毒专责专案，现在都已经狂列在那边了。地方政府，你要想办法要怎么去落实，不要等到问题下来的时候再手忙脚乱。即使是刑大在做，也要分工细责，好不好？我希望说能够看到我们的效率，尤其是我们市内的这个人行道的这个交通安全真的是混乱，然后南投市市区每到这个巅峰下班时间真的是一团乱，一团乱不是警察局疲于奔命，只有在开红单，你要多宣导人民的教育素养提高的话，我相信我们治安会比较好，好不好？好，局长你请坐吼，利用一点点时间请教一下我们的财政局长，针对南投县的财务状况非常的一个困难啊，坦白讲寅吃卯粮，这是已经不争的事实。那局长你是我们的这个财政大臣，你未来要如何的去将我们南投县的财源做开发，做这个多元的运用？我在基层走访，我听到太多选民给我的意见，我等总咨询会跟局长探讨。也就是说在南投，我在想十三乡镇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闲置的空间，老化的空间，没办法分割的空间，就在我们山上这个地方，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是就空在那里，因为法令问题动弹不得，那就这样子闲在那边，有碍观瞻。假使县政府能够比
拟我们的都市计划，我们有乡村计划，假使能够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能够统整善加利用我们的闲置空间，我相信不只是创造就业，创造我们的财源，还能够为我们的观光带来第二春，这是很多地方选民给我的意见。那我希望说局长你能够好好的跟我们的地震处来做一个横向沟通，看要用什么办法将我们南投闲置的这个地方能够再活化，尤其是四合院一大堆，我去山上看这么漂亮的地方，哇，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啊，这边等于那几百了。那假使这样子的话，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我想也很难去发挥了，去做建设。局长你的看法呢？局长你答复一下，未来这个有没有可能呢、啊、我们请理事长答。谢谢议长，也谢谢议员。我想就闲置空间的活化，我用一个数字，数字会讲话。那我去年来，本来我们的编内预算是6200多万，但是到去年底，我们执行了光现有财产的活化，我们已经收到了1亿9000多万，也就是将近3倍。那由此可见，我们是对活化现有财产这部分非常积极。那现在我就简单针对议员刚提到的，可能是在指乡村里面这些建地，或许有些它是一个共有的土地。那共有土地基本上我们也知道要来处分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基本上照土地法34条之一，针对共有土地要处分的话，必须要所有权人1/2以上。以及持分总面积1/2以上。好，那个局长，我知道这是法律面的问题，所以我刚刚就一开头跟你讲过，我们有都市计划更新。对，在921以后，我们南投县有很多倒塌，有很多无法重建，在我们的山区有很多闲置的空间，我们不能够定地方自治来向我们的都市更新，比如说乡村更新计划，我们的细则办法定出来，我们才能够活化我们的这个闲置空间，帮助我们的县民。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假使能够可以的话，你再横向做一个联系沟通，好，让我们的财源能够挹注更宽，让我们南投县能够做更多的建设。跟议员报告这部分哈，可以用区段征收的方式哈，以那个农村更新的方式来活化。那这部分我们会，我想有很多的方法哦，研究很多的方法，局长你是专家，所以我请我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个财主单位也能够多用一点心。毕竟南投县在这一次的整个计划方案里面，我们拿的不是那么多的钱，很多都是要靠自己自筹，那自己的现有财况又这么的吃紧，那你要怎么去推动？我想当为我们财政的火车头，更应该去想一想我们怎么开源，而不是一味的节流。再怎么节流，我们就是这么多钱而已，也节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个经济效益产值出来，才能够让我们的南投除了经济观光也能够一并提升。我想这个部分我总咨询再跟我们的局长做探讨。好，你请坐哈。谢谢。给我这1分钟。那个税务局的局长，最近这个月是我们的所得这个综合所得税开征，还有之前的地价税，也因为我们的政策可能宣导不足，很多地方的乡亲拿到地价税以为是诈骗集团，啊，我过去3000，今麦现在变满挂，啊，我过去5000，今麦变满出口。所以这个调整可能要多宣导，不要让民众误导。包括在开村里民大会，都有很多里民在反映为什么调整这么高。我想税务的部分是依据法令在推动嘛，所以能够事先的宣导，让我们的县民能够了解，我想这样会比较好了。好，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拉远，继续我们请永达委员补充说明。谢谢大会主席。各位媒体好朋友，电视机前关心咱关情的乡亲时段哦，咱各位议员同仁，大家平安。啊，首先会知吼，针对着咱啊警察局的部分吼，有真侪爱改善的吼，要来啊请馆长甲咱啊，着请局长吼、邱局长吼。咱这个啊病院吼，伫咱南投县有这个啊中型、中大型的这个院区有真侪吼，啊有乡亲咧反映，即阵啊啊，佫有一挂这个等于是半诈骗集团的吼，即种也叫嫖客，伫遐咧。啊，介绍偏乡甲卖物件，伫咱啊南投医院，包括咱的主秀啊、普荣甲普基吼，拢有发生这事件吼。我是毋是请讲咱啊南投县八分局，才有这个病院院区的这个学区的这个分局长吼，
你要共要求一下吼，咱拢有甲病院咧配合啊，不管是酒驾，也是讲是车祸事故的时阵，是毋是你会当讲甲咱啊应付者来联系，讲若有即种事件伫咧发生，会使去加强咱防范无？局长，这你有一个啊方法，他来甲防止无？你请回答者。好，我们请邱局长到。谢议长，谢议员，我们这位要求各分局啊加强。这种标签事件，你捌听过无？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啊，加强取缔。这卖物件，这就伫遐介绍偏方，啊，拢装全一挂老伙仔唔捌字的吼。无来无去，就讲等于要领钱，从遐事实是讲啊，这老伙仔若无来无去，找伊要领钱要怎？当时啊，伊买迄个物件爱几万、几万、几十万，安尼你听无？这你捌拄过无？你捌听过无？无要紧啦吼，我是讲吼，这个问题吼，伫南投县已经较早就发生，尾啊足久拢总无啊吼。即摆即阵啊，我有开始死灰污染啊，所以讲这点，请你讲一定要来严格来甲伊啊防范。针对这老伙仔是大只的吼，较容易去和这个啊标客这个诈骗集团的来甲因怪去。是毋是讲有咱也有咱的这个啊住户这个环境哦，较常去啊甲因巡逻关心一下，哦主动去甲因请问。主动去甲因关心哦，嘛拄到生分的要来推销物件都唔通，啊来甲伊相信，卖甲伊买，哦病院内底了要提我内底，迄种合法较合格吼。这点吼、哦，我请你讲啊，要求咱啊分局内底才有病院的分局长，一定要甲你加强吼、哦。因当时咱南投甲中兴嘛吼，超唔到咱保利德山尔嘛对吼、哦，所以讲这样，医区你要加强来注意吼、哦。过来吼、哦，过来中七顺的时候，我来过来甲你探讨的吼、哦，就是咱警察局。咱的设备的问题吼，啊有真正侪，咱基层的环境咧反映讲，咱啊警察局、专装局内底，咱八分局内底警察学多歹吼，有超过百五台无？无要紧啦，局长哦，无要紧，总结顺了，先我来探讨哦。这学多歹已经拢总超过十二年以上啊吼，所以讲这种对咱的打击犯罪吼，咱一线的这警察吼，啊这是毋是真正好的一个工具吼？所以讲，你若讲，若是讲爱预算爱来啊，请咱中央，也是请咱管府爱来甲恁啊想办法帮忙的时阵，我相信啊，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吼。这警察局，咱这个警察，这学多歹吼，我想拢来甲替换一下。你看这点安尼做到？我们尽力争取经费啊，逐年替换。所以讲，这无几台嘛，这拢总变来变换，管府咧控制条路，搁较省咧啦。所以讲这。哎呦，咱警察局的咱这这关键的足差啦，是啥吼？尤其伫阮遐啊，这个大区小巷，这个商业道路真济吼。你无较好，多摆都干那捉伊袂着，你嘛抓袂着啊。不管食药啊，还是差啦，是毋是安尼？所以讲这点，我请你讲一定要注意一下吼。好，你请坐吼。过来就是咱消防局吼，旅长哦。咱顶回伫咱这个三里厝啊正吼，足大足密集的这个住宅区内底发生一个火警哦。咱的炮兄弟第一时间是赶到位啊，无唔对，是无两分钟就赶到，因为离咱局的资金嘛。但是呢，入去到迄个消防通道，咱煞变都袂当入去，车挡伫外口跑道入去吼，都甲去换细车，换细车已经厝已经拢烧到要了去啊。所以讲，咱这个消防栓设置的问题吼，我嘛捌甲招咱第一大队去会勘过，包括咱这个平和国是阿伯家，这拢较有可能较密集的吼，大车塞袂到的所在，是毋是咱来做一个专管的来甲伊总检讨啊？不管是南投平干遮吼，包括有咱主题区较密集的所在，消防栓也是讲咱的这个大车无在入去，挖到咱这个啊现场的所在吼，咱这个一定要来监督，看是要哪来啊，给伊改善。局长，你有方法无？我们请林局长答。谢谢局长，谢谢游议员关心消防栓的设置哦。我们会针对社区啊比较密集、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哈。咱再派我们同仁，好啦，咱就咪找一个时间，即摆吼，你都要紧检讨一下吼，对吧？因为咱今日去看，有诶嘛还未成啦，不要紧啦。迄可能咱诶业务吼，可能也无遐赶紧。但是即种诶，拢是有咱迫切需要诶，发生火警，咱毋知影当时啦吼。所以讲，咱一定要先来甲防止你吼。你甲讲从看过位，还是从迄界安尼挂到位，无导致是毋是咱这佣兵去到遐没有用武之地，即安尼就换车，造成甲规间厝拢烧了了，是毋是？这也不在，就是小车不在，那小车尔，消防栓甲做的问题，我倒来甲增设无。消防栓也塞啦，消防栓都、就是基本上欠款的所在，阮个报自来水公司啊、来增设。那消防水，是毋是这种个？这种个，这是毋
要求咱自来水公司甲咱配合应当是无啥问题吧？就是爱自来水公司啦，啊，咱管户啦，啊，起工所这三个单位，自来水公司出二分之一的经费，咱管户出四分之一的经费。无要紧，四分之一甲四分之四拢无要紧，我是讲这要设置，就爱过互因要求，你卖着应当安那甲因要求甲咱配合，这种系无问题吧？对啦，因冇可能会发生啊，这种系拢总无人法度预料的啊。对啦，我们希望说，嘿啦，那个缺乏水源地区要正式，该正式。是咪设置讲车卡袂到位的所在，咱第一时间，咱的阿炮兄弟到位，就听我接线友讲，就讲我转水，听我来防止这個火灾重大来扩大，是不是？好，好啊，咱即摆总结顺了先，再过来检讨一下啦。针对着咱啊南投民间，包括咱十三乡镇有需要的所在吼，啊做一个总检讨，那来找一个导演再来看卖啦，吼。当年拢做了，嘿。啊，弄做爱做啊！你干那做、啊、做，但咪要做来要看呀、啊哦，是不是安尼？效果要走出来啊，好不好？谢谢啦，好好，谢谢啦。好，我们感谢我们刘议员，继续我们请邱美玲邱员补充说明。谢谢议长、秘书长，我们与会的所有局处长，还有电视机前观众，县政的所有的乡亲，大家午安。针对我们刚刚赖彦雪议员说，我们的警察同仁哈，必须要注重交通安全，打击犯罪，防诈骗吼。那真的在人力不足，急需地方的，我觉得是急需地方的志工来协助。那我据我所知，现在我们地方有我们首任乡助队一警一交。那我要就教于我们的保防科长，等于是保安科科长。我们请科长到前面来好不好？科长，在我们的工作报告上，我看到哈，就是针对我们社区治安工作，在社区上你们是怎么下去做关怀？社区的守望乡助队，因为我最近在地方的社区守望乡助队，有听到守望乡助队的一些队员在抱怨，他们是属于警察局这边，在他们这边管辖里面，可是问题是，他却没有得到我们警察局有一些资源可以资助他们。请问我们科长，这是怎么做安排？谢谢议长，谢谢议座的关心。那我们目前在整个全县守望乡助队里有87队，2397人，2000多人。那事实上在常态运作的部分呢、啊，差不多有20几队。那有一些资源的部分，那因为守望乡助他没有纳入我们的协勤名利，但是县府啊对守望乡助队啊一样啊非常的重视。我们整个县镇的一个经费编列在守望乡助队的，每年呢、啊、有将近200万。那这个是常态的一个经费，包括装备的一个补助，包括保险的一个补助。另外啊，所有的议员啊，对各辖区的一个守望乡助队啊，我们根据统计啊，每年的一个补助经费啊，这一两年来、啊、大概每年都有将近250万。所以整个县政府的一个预算啊，投注在守望乡助队里面呢、啊，一年大概有450万。我想这个经费啊，在整个我们有限的财政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对于这我们科长现在的解释哈，那我希望科长能够落实在每个社区哈，因为据我所知，像我们国姓的大石守望乡助队，他们目前还是有在，就是晚上他们还是有在执勤。就是也是有在，就是这边之前要守护我们地方的一些夜间的一些安全，他们还是有在那边执勤，不是只有东访的时候有执勤，所以我觉得说你们应该要多去访视，多去关心他们，给他们一些资助资源，甚至一些就像你现在这边讲的，各个社区营造社区营造那个治安的那个工作，我们必须要怎么去落实？我想请科长这边要重视。是，好，谢谢科长。是，那刚刚大家每个议员都有在提到，就是关于就是取缔我们的那个交通的一些违规的那个项目，我们就教育我们的交通科科长。针对我们的交通取缔，
地点、权限，你有分批，就是有分就是哪个地方，大概就是一个月去几次吗？谢谢议长跟议座的指导哈。有关于交通稽查部分哈，一般我们编排勤务是依据啊各地的交通状况，还有交通事故的件数，还有民众的陈情、地方的反应，我们会来针对这些现象啊，来妥善编排勤务来执行巡逻或是交通稽查的勤务部分。是，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哈，因为你们到地方去也最主要是为了要让我们地方的交通安全能够更好哈。那可是有民众也一直反映啊，说为什么我们南投县交通队的那一点交通，伫阮个性出入，是阮个性的交通较歹哦。跟一座报告哈，有关哈，最近会去那个长湖国小那边测照哈，是依据哈那个国姓乡公所还有乡民的反应哈，就是假日的时候，那个大型的重型机车从台中那边过来啊，133线那边过来哈，所以我们交通队跟埔里分局啊会去那边执勤测照。啊，目前我跟一座报告哈，我们1月到4月底哈，我们交通队啊去长武国小那边去测照，总共去了3次，啊，总共取缔了50台的大型重型机车，跟一座报告一下。谢谢哈，这个重型机车真的是哈，我也希望说在我们执行的时候也要跟着他们做宣导哈，尤其是经过我们住宅区的时候请他们速度放慢，因为他们只要加速度的话是音量很大哈。像那天我在我们136线就是旁边商家坐，结果重型机车他就在那边加速，就那声音真的是很吵哈，真的是要是有小孩子甚至于老人家真的是会被吓到，所以在执行的时候也期盼我们的科长能够要跟他们宣导，你们尽量在住户的时候速度减慢，音量减小，不要造成我们地方民众的困扰，那当然我们就是必须来取缔。谢谢科长，谢谢。谢谢。好，感谢我们邱美人就继续我们请张志明张演员。主席，还有咱议会同仁，以及咱管务的团队，咱电视机面头前的好朋友，大家早安。那今仔日也有拜听真侪议员所质询的内容，我想警察局局长可能今仔日有关于警察局的议题真侪哈。局长，警察局照今仔听起来是欠156个人，是毋是安尼？请局长简单回答。请局长答。议长谢议员是。是啊哈，那其实。当然，你表演内底可能也有咱的警察，小部分的人表演了后可能无达到目标。但是根据着本色啊所看到的，比如我昨伫网络面顶看到咱竹山人聊天室内底有讲到囡仔摕 BB 弹啊咧乌白单，我就甲延平派出所的所长敲一个电话，无一点钟的时间，伊就甲内容了解。而且搁去甲家属劝诫，啊，莫搁安尼做。我想，咱德山所、延平所，还有过溪以及四方，包括咱的这个交通大队，本身感觉，伫咧拜托、甲要求了解案情，速度拢非常的紧。所以基本上，咱的同仁嘛是真认真。我安尼讲，唔知局长你有认同无？谢谢议员的支持。所以。局长你嘛认同嘛吼，只不过人确实欠，比如讲一个小的派出所大概是几个警员，唔知局长知影无？小警呢？小的话四个人啊，四个人吼。那四个人内底伊爱轮勤嘛，对不吼？轮值。那么有的人因为轮值啊，这个警察太太咧讲因为轮值哦，所以拢袂记生囝，无时间等伊啦，吼。那本实嘛，佫听到讲，有的警察为着要求上进，啊去读册，那去读册，四人去读册，就等于一个人会使请假，对读册的人会使请公假，是毋是安尼？是，我们现在就是能够自训练自修的时候给予公假。请公假。那本实，但只有早就拜托咱前的局长，因为你拄来吼。我有甲局长拜托，是毋是这个请公假的部分，
那个专注奖金，现在专注啊，咱的警察读册啊，那个补一寡迄个读册鼓励金同款，啊，可以会当去读册，啊，甚至于伊读册空落来只教，咱的当然啊去甲补教，是毋是？这个经费嘛，当可以个人啊来，予咱这个其他值班的警察同仁。唔知安尼方式，你有同意无？谢谢议员的关心哦。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同仁啊，给他公价格，鼓励他进修。那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县政的裁员的问题，那有关的补助部分是没有变。那我们请他一起尽力啊，来全力支持，全力争取看看。好的，拜托你全力。啊，来替咱啊，遮个想要上进的警察，找一条较好的路。啊嘛，替咱为着咱的派出所内底有人去上课，啊，咱的警察必须爱加重来值班，遮个同仁嘛，互因一个啊感受啦吼。尽量拜托，过来就本身有捌讲过，讲辅警啦，辅助的辅啦，辅警的制度啦，是毋是拜托局长？因为过去的局长一直无去研究。是咪拜托局长对这部分过来研究看嘛嘞？辅警啊，吼，这高雄市政府有，啊，恁再研究看嘛嘞？过来就是讲，本身要甲你探讨就是，唔知咱局长知影，阮德山分局要阁起一个新的分局，唔知这个代志你知影无？我知。知影吼，啊，唔知即摆进度是状况是安怎？即嘛进度就是这边方面，因为这文字的问题嘛吼，啊，另外迄个土地啊，搁甲中央咧交换中。就是土地，咱有要拜托啊，咱的国产署用着林务局啊，这个荒废的土地来甲咱上换，啊，咱甲分局起站迄个所在，唔知这状况你知影无？知。好，啊，你请坐吼。我想这状况应该是问财政处处长应该更加清楚吼、哦。处长，即摆状况安怎？是毋是简单啊？甲咱所有乡亲啊，甲本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我们请李处长到。谢谢议长，也谢谢张议员啊。那针对这一块交换的案子，目前已经由中科那个中科管理局呈报科技部。那再由科技部再呈报行政院，未来行政院核定以后，我们就可以马上来跟国产署谈交换。所以讲，也就是朝着一个我们协调好的目标来进行的，对。对。那是不是嘛？拜托财政署哈，附近这的日本宿舍，啊以及咱的防空洞，买当适时的有那个时间，来个做一个简单的整理。甚至于逐步来整理起来，好、哦，那经费无遐多，小部分来个整理，和外来观光客也嘛会当来看到这个历史啊，甲这个水，好、哦，拜托财政处处长哈。过、哦、来就是本席，有要拜托你就是讲，咱德山有一个物流中心，来你知影无？据我了解，物流中心现在是我们建设处在管，那目前因为牵涉到地上的建物是跟竹山镇农会哈有一个建物所有权的纠纷，所以目前还是在诉讼中。好，我想本席要拜托就是讲，这个所在过去开真侪钱啊来建设，但是即卖因为农会因为管路啊僵持不下，可能有部分啊的问题啊，地输掉即卖的管这官司当中，是不是要拜托你？嘛，要拜托你协调各局处、市民甲农会来讲看嘛咧，看有机会尽速来和解，啊，尽速把迄个物流中心转型活化，转型有路用的啊，这个建设啊，转型一个，比如讲是长照的，或者是大学的园区，或者是文创的园区，和德山人各加一个所在，啊，唔知邱定荣你感觉好无？我们当然乐观。乐观其成啊，因为这个案子事实上一审我们县政府是胜诉，那最主要是竹山镇农会上诉，那这一部分我们财政处会来协调我们所有的局处，看未来朝向就是能够和解的方式来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处长哈，其实处长
本是对你一向足敬重的，阿嘛足尊重的。为什么？以你的答复，就是和吉山人听起来非常的啊感恩吼。啊，当然要搁再次拜托你，就是咱吉山镇有第一公墓对面，迄、那个墓啊已经整理好啊，啊变作一个空地。啊，我听讲管府有想要甲迄个所在啊来甲卖掉，是毋是？用于迄个所在留予咱德山人，啊，留予德山镇，卖甲卖掉，安尼毋知财政署我都做甲到。跟议员报告，从头到尾没有考虑到要卖，没有了。最主要我们还是希望用释出土地的使用权方式，嗯、也就是尽量朝招标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活化。好，所以这个土地就留予啊，咱这个德山人未来搁加一个公共空间。啊，阮正来想看有啥物款的资源，会当替这所地所在做一个较好的一个建设。这部分拜托你哈。啊，谢谢，请坐。啊，我想剩落来时间就留予税务局哈、啊，局长。这个时阵，咱嘛应该来探讨啊哈。我想刘务员，咱这个啊乡亲的事件，伊住伫林基街一巷，那81年。离咱县政府建设处摕到使用执照，过来咱县府税务局依照着这张使用执照来甲课税。那课税内容内底，因为使用执照无写着骑楼，所以咱有甲骑楼的面积算入内底，对81年扣到104年。总共是24年。那这个期间，民众发生乡亲知影讲啊，这加扣一个耻辱的税，虽然无偌济，但是伊嘛向咱税务局的机关提出，吼、哦。那税务局机关拜托伊去咱建设处来更改这个内容，使用执照的内容。因为使用执照的内容内底，骑楼无算落去。那伊伫105年嘛12月嘛本人来到咱县政府，嘛真正把这个使用执照改变了。吼、哦，那依据着税捐稽征法第28条第2项，政府的机关拿不到的，导致税金加纳的部分应该退还民众。98年1月，立法院嘛三读，只要政府扣税扣唔到的，退税无年限，所谓的陈昌文条款。局长，唔知道这部分你有清楚无？局长，你请来简单回答一下。好，我们请周局长答复。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的指教哈、哦。那关于张议员所陈述的这个案子哈、哦，那当然以税捐稽征法第28条的规定啊、哦，如果说要有那个退税哈、哦，不受5年的限制哦，它有2个要件的、哦、哈、嗯。那第一个要件当然就是说是政府机关。哦，归责于政府机关发生的一个错误哦。那第二个要件就是说，这个错误会造成这个民众有逆缴税款的情形哦。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才有可能就是说，你退税超过5年的适用。这个就是刚刚张议员所讲的哈、哦，就是陈昌文条款哦。嗯。那根据我想是不是这个案子？我刚刚在讲哦。嗯。你当时。来到咱南投县政府上班，什么时候？你的就职日，南投县政府的部分。我是去年的7月16号就任税务局长。不是，你离南投县政府是什么时间？离南投县政府？我71年就来。71年嘛，哈。71年。71年，你就离税务机关的对吧？是。那这个代志是81年发生了。啊，其实本身是安尼想啦吼。咱百姓，咱的乡亲若无交税金，无交罚单，
进入甚至于封处啦，查封啦。但是咱的政府共靠水靠家啊，啊，人有法度找出证明来拜托咱，甲遮个钱还予乡亲。咱确实一百项的理由，一百项的道理，无法度来还予乡亲。局长，这部分我要拜托你帮乡亲思考啦。啊，我知影，在你的职位内底。在税务局内底，凡是有真济困难，但是总是为了乡亲啊。我感觉讲靠税靠唔对，讲靠家啊，啊人有法度证明讲人的耻辱真正有，而且嘛是咱县政府建设处来个证明的，也就是讲县府是一体的啦，无论是建设处唔对，或者是税务局唔对。或者是其他的单位不对，就是管政府。那我想也是历史的重要啦。所以我也要拜托你思考，要安怎把这个案件圆满化。吼、哦，亲像过去228，我想228的事件嘛，不是马英九台的嘛，嘛不是蔡英文台的嘛，嘛不是阿扁台的嘛。但是咱看到阿扁嘛，代表政府会失的。咱看到马英九嘛，代表政府回事嘞。当然，这个扣税问题是唔是拜托局长，佮咱斗三工，在历史的贡献上面，绝对唔是你个人的唔对，是过去机关凡事无注意，啊百姓嘛无了解、无清楚，啊咱来把这个代志圆满。你知局长你的看法安怎？跟张议员报告哈，如果根据张议员所说的哈。这个当然，这个如果是可以证明说是政府机关错误，好，然后他确实也有一缴税款的情形，我们愿意来努力来研究，好，那当然张议员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其实站在民众的立场，只要有一些是政府机关错误，然后是一缴税款，我们一律都从一开始就办理退税。肯定我总是希望安尼吼，是，因为咱乡亲有在甲我讲。讲伊要来管护，如影随形啦，要对你的脚步行啦。啊，我总是希望讲，卖安尼做，一个社会会当稳稳定定安尼上好啦。啊，卖为着这个小钱，啊为着这个委屈，大家拢忍袂落来，搞不好佫到时阵佫发生推撞，发生推挤，啊，咱佫害着小局长个啊。不。安尼好不好？拜托局长啦，好，应该不至于会这样子的。我很怕，因为现在多事之秋，我马上忙讲，那你当把这代志简单化解，阿麦阁会发生无必要的枝枝节节啦，吼。这部分分析，大家也辛苦，拜托局长吼。我最近嘛，感觉讲我的质询愈来愈水准啦，拢无咧用大声咧骂吼，啊，但是。我总是要替老百姓说，拜托，谢谢，请坐。好，感谢我们张议员。继续，我们请徐亚干徐议员补充说明。啊，谢谢议长。今天是我们财政紧销哈，各位主管这个练习接受质询的时间哈。那本席针对今天早上所有的我们同仁在质询的这个部分哈。我来做一些补充哈，那我首先今天我要请教哈我们的警察局长，有关哈这个毒品的哈毒品的防范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毒品真的是很泛滥哈，毒品是万恶之源，啊，基本上毒品哈愈来哈，这个年龄层越来是往下哈越延伸，甚至到。国小的部分，你让宝德龙在加毒品吼，因为有人去啊吃啊，去啊卖吼。啊，说国小、国中、高中吼，一直到成人吼，伫出社会啊，这都是拢一贯性的吼。呀，这中间呢吼，我伫去年啊，有引进那个咱的赶路的宴吼，这个三 D 的这里吼，互动啊反毒的巡回电影车吼。
来咱南投县吼，有来伫保利有演几场啊，我感觉讲效果袂歹吼。那伫去年的同年今年的二月吼，在彰化县政府他们也演出了好几场。那如果迄东西做了，是有邀集我们的警察局，去年的我有邀集警察局甲教育处，拢有来参加这个电影巡回车的观赏吼。那觉得这个互动的这个反毒电影车的效果真的是很不错。啊，今年呢，我甲知影讲，咱的教育处那编30万，请问我们的警察局有没有编列经费哈，来挹注，同时来哈、哦、来办理这个反毒电影车哈、哦？啊，我感觉我看是目前是无啦，但是我们目前就是中央的部分，这个前瞻内底吼也钱吼内底毛。真重要诶吼，几啊百亿，就是要挹注在这个毒品的这个防范呐、啊，还是讲吼啊种种诶即个事务吼业务啊。伫即个部分，我希望讲警察局的部分要较认真甲缅甸遐看有啥物相关的费用经费，我们应该争取来做吼、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今年吼、啊，咱即摆将要办，咱伫九月甲十月要办有六天要办12场。12场内底吼，咱教育处那边30万尔，啊，民间的那个募款是70万，啊，到到嘞吼，这个拢总只会当演12场，所以我感觉讲，虽然是一场爱5万块，但是这效果真正好，因为到国中的校园去演去演这个物件吼，来以后啊互动的演出了后吼，我感觉这个效果真正好，或者囡仔知影讲。怎样讲？这里毒品哦，验到了后会安怎？而且还有一些人是现身说法，因为一过去的时候，食毒了后，有个戒吼，戒掉了后吼，伊即马就是在中央在做宣导吼。我感觉伊个效果是真正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请你吼爱注意一下吼，尽量把这个经费吼要，底下是我们的。总咨询的也是从外国隔离吼，探讨这里，确实讲人家这个吼，这里泛滥，真正实在是吼万恶之源。那像像即马呢，产业物件哦，产业农产品啊，你金蕉较好过咧，尔多咧挂金蕉，人安尼种个辛辛苦苦种较好诶吼，要收成诶，安算一两工要收成诶，结果就金蕉规工一面，你像挂了了去。哎，实在讲，你系砸死人就对啦吼。那个真大诶犯罪吼，但是实在是砸死人啊！就像个电缆线啦、啊，上面打夯都安尼层出不穷。这实在是有影吼，治安会遐尼败坏吼，都是拢总是因为这个毒品吼引起的吼。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嘛希望讲你会当吼，较注意一下吼。啊，另外呢，我要了解就是讲，像今年吼，这个。为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三月，这个半年中间，那你酒驾违规件数啊，吼，算算拢总，你嘛不只啊认真在抓啦，吼，拢总有1002件，1000件再多2件吼，啊，中间当然就是移送公共危险罪，就是有800多件，836件，啊，死亡的人数嘛高件吼，啊，这吼虽然是咱安尼。啊，宣导吼，啊，搁甲大家苛刻啊，当中提高这个罚款，结果我们的件数还是比去年的同期，我们还是增加了好多，甚至吼、哦，甚至成长率是200%啦。所以我感觉这些是真需要讲哦，咱加强哦，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咱的县政频道的迄个吼、哦，咱会当去。好，加强来宣导哈，啊，无像这种这真正严重，这酒驾哈实在是啊，除了讲家己身体弄坏了后哈，嘛是有当时发生车祸的时阵，影响到人啊，规家伙啊吼，就是讲那一个人啊，迄个生活的重心啊，叫倒落，迄支柱呐倒落吼，整个家庭的那个经济来源就是吼，都白掉呀，所以影响到吼，要讲要安居乐业，迄种无可能吼。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讲你会当加强者吼。以上，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徐亚干徐议员，继续我们请陈世胜陈议员补充说明。好，感谢议长。啊，今日本席吼，也针对着咱警察局这方面吼，
来甲警察局长探讨吼。啊，首先我嘛先欢迎咱个邱局长吼，来做咱南投县个警察局长，先甲你欢迎啦吼。啊，过来咧，本是要针对咱警察局吼，啊，咱个保安队，到底你的职务是啥物？是甲拄啊方面去讲啊，专门开红单，还是打击犯罪？听讲咱保安队内面底是毋是有一个叫做霹雳小组？这是咧打击犯罪，是毋是啊？我请局长讲一下。邱局长答复一下吧。邱局长答。好，谢谢议长，谢谢议员。我们保安队性质上是我们警察局的机动保安力部队的，那基本上它一个霹雳小组是润入编组，这编组是当有比较重大的治安事件的时候出动，来执行相关的这个维安润入。那平常呢，还是要做一些警察工作。安尼好啦吼，决定我来讲，咱的保安队吼，我看吼，规个归纳去咱的迄个交通队内面底好啦。是啊，讲，拢去遐中寮、南中寮、北中寮，共掠个呢，一挂老伙仔掠个叽叽叫了。迄老伙仔拢比恁我侪岁啦，决定，应该几岁？七八十岁，徛落摆一山顶，无地安全无尔，中寮乡。南中寮，这地方的人是看到恁警察行到，真正行外，有是外惊啦，行徛落摆啊，你人砸落来，啊有人约到出去，感觉这欠钱。咱是尊重老人，啊有恁拢咧，下咱即下讲这老人咱来顾，老人社会啊，我感觉咱保安队是咧，是咧专门咧欺负老伙仔的呢。啊，你PD小组内面这是咧打击犯罪。打击犯罪抓拄啊，咱议员们大家拢在讲的，毒品遮严重。啊，恁今有抓偌济毒品遮的卖药的迄个药头来？敢抓到一寡食药的尔嘛，小喽啰尔嘛。你冇在了去破遐大汉出来，局长，不要再欺负弱小了。我希望正义的局长是真照顾着地方。啊，不过恁即摆你拄来咧。我嘛先甲你欢迎啊！啊，不过我感觉咧，只要地方对你遮犯嫌，保安队是保护地方尔，毋是叫伊开红单诶。啊，你要开嘛，需要看，迄老伙仔人足敢咧，伊嘛摔落咧，对哇？你嘛当作你是大人看待是安怎？无地安怎无？你甲查来劝导者，足好诶啊！对哇，老伙仔嘛会真感谢你啦！你甲我讲，我会接受。你免让我服从，啊，约我出去。老伙仔用受惊呢，对哇？咱的心内是偌艰苦，感情上拢无一个同理心。金鱼华是伫倒位？你若查落来，你若讲着讲啊，为啥？歹势吼，你遐地安全无我者，好哇，让我拜托一下。啊，无定时我嘛搁拄着，我着要来开红单。你若甲吓就好啊，你嘛免共招啊，对吧？局长，我相信你是一个真好个局长啦，我嘛对你真支持啦。啊，毋过咧，我希望讲你下面骹手人咧，好好啊，甲教育一下啦。交通队嘛共款啦，我咧讲吼，有当时啊吼，交通队，莫安尼看一个老伙仔掠个安尼吼，掠个机警，我无爱骗啦。啥物零阿辉总是想换我来请咱。迄、那个交通队长起来讲者，真正人是要咱同理心，咱做出来者诈骗嘛，遮猖狂。你毋知诈骗诈到偌严重嘛？局长，这我袂用怪你啦，我是要拜托你讲，你要安怎将这诈骗甲抓出来啦？这以后会真好济，我袂骗，是看你个表现尔。第一次的定机会，我会甲你支持啦。啊，我希望讲你互阮甲你支持，甲你爱护啦。哦，我希望你下面卡手人好好拼，该做民主的，迄老伙仔真高，也莫人掠眼咧。我是加本事起来，绝对要甲局长讲交代落。交通队嘛同款，看一个违章老伙仔迄无地安全帽啊，啥你甲叫来讲讲的就好啊。啊嘛，啉烧酒，电视机嘛有播，唔免讲迄老伙仔高一人就爱靠山锁靠，迄嘛免。迄啥讲免，你甲请去就好啊，对无？我有当时咱咧。好好将咱局长的人来，免来予咱南投县民感觉咱这個局长做啊真好，真的是有感的局长，我嘛真学到真正经的笑，迄、那个。
那个魏局长，是不是？你把我讲假货，你来看。哦，局长，我希望说哦，那个保安队哦，霹雳小组的遐哦，因为这阵是打击犯罪的。哦，你一马行云，我希望讲你是叫伊巡逻就好啊。治安大较歹，看一寡毒品的去啊掠掠出来，绩效好因嘛，对哇？甲开红灯啊，无你就叫去个去个交通队就好啊嘛，是不是啊？嘞，好不好？局长，好，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整理员。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请各位就坐，请主席宣布继续开会。好，我们继续开。接下来我们请刘美玲刘议员发言。大会主席和议长，第二审查小组的所有的主管，本会的同仁、媒体记者，还有关心宪政的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哈。那今天早上我们这个选区的洪明科议员跟赖月雪议员都有提到说有关于人行道的这个问题。那其实说实在的，我相信我们这个选区的议员都接到了这个投诉。好，那当然交通队长非常非常的无奈。好，那本席呢也曾经去绕了一圈，说实在真的是画蛇添足。啊，那刚刚我们交通队长呢，他一脸无奈，他说这不是我的事呀，这是公务处，明明是公务处去跟中央申请的这个经费呢，来画了这个人行道。啊，那他只是负责执行的部分嘛。那明天就是第三审的小组，我们可能要好好来跟公务处这边来做讨教，为什么拨代拨机啊？要给中央哈申请了这个经费，然后画了这个人行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民怨嘛哈。好，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呢，我要就教的是我们消防局啊。那从记得在两年前，好，两年前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要制定南投县登山活动的自治条例嘛哈。那在这个条例还没有通过之前，本席对这个登山自治条例的内容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疑问。那这个条例就在本席的疑问当中，后来也通过了，今年的2月2号也公告了。好，那这个条例出来之后呢，本席有些疑问还是没有答案。好，那有些山友呢也做了一些接触，他想说哎，有些条文必须来跟消防局这边来做讨教的，因为有一些条文说实在的不是那么的清楚。那局长，我刚刚也把这个南投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的这个文交到你手上了。好，那附带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有附带了一个表哦。这个表呢就是南投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公告区域表嘛，对不对？好，这份资料我也交到您手上去了啊。那我想请教的是，台湾有百岳，那有40座呢是在我们南投县内嘛？那我比对之后呢，确实我们这位在南投县的40座百岳呢，都列在这个区域表。那局长，我想请教你，是不是这40座的这个百岳就是列为我们管制的山域，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请林局长答。谢谢议长，谢谢罗议员关心登山管理条例的内容。那有关于刚刚所谈到的百岳里面40座在南投县
那个是列，所以这张表里面，这张表里面那个公告的区域，特殊的山域，所以法里面有一个叫特殊山域，就是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是百岳里面我们有40座是特殊山域。那法条里面还有一个叫一般的山域，一般山域就是我们一般可能比较容易这个。一般的健行活动啦，忘忧森林啦，水漾森林哈，这是一般的山域。OK， 对 ，OK， 这个我想要跟你谈的是这个特殊山域这个部分。好，那我们40座百岳都是属于特殊山域里面嘛，都在这个表里面嘛。也就是说，我们南投县政府把这40座百岳。列为我们南投县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所规范的范围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进到我规范的范围里面，你就必须受到我自治条例的规范，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谢谢罗燕，对的，没错嘛，哈，是吧？这是OK， 没错嘛，是这样子，没有错嘛，哈 ，OK， 好，我想请问一下，这40座百岳都是独立的。在我们南投县吗？有没有跨县？谢谢罗爷了。这个说40座里面都是跨县市的，都跨县市吗？都跨县市、啊，几乎都跨跨县市。年年的山域有些跨两县，有些跨第三、跨三县，跨五六个县市也有。对，好了，那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登山口只在南投县吗？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要到八通关，我要到八通关，请问八通关几个登山口？八通关，对，几个登山口是吧？这八通关从花莲也可以进，从高雄也可以进，对，南投它好几个登山口，对不对？花莲你可以从玉里，那从南投是从东埔进去嘛，是不是这样子？对。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这个山友他是从花莲玉里进来的，受不受我们的规范？谢谢罗演了、啊，这个我们其实在定登山管理条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当时是从南投跟台中先？其实如果跨山域来讲啊，我知道目前就只有台中市跟南投县定嘛，花莲它并没有啊。那山友如果从花莲进来的话，受不受我们南投县管理自治条例的这个规范？他花莲进来，如果走到我们南投县，那里面还有管理他，如果没有申请。回归到鹿山鹿野的管理机关，鹿山鹿野管理就是从花莲进来，对，然后走到南投县，他如果偏离路线，依照我们南投县的登山自治条例。OK， 我请教我们局长，台湾国家公园的鹿园规定跟我们的自治条例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这个山域管理机关，山域管理机关的鹿山的申请跟鹿园的申请哦，如果说我现在从花莲进来，我完全符合台湾国家公园入园的规定进来，不处罚？不处罚。对呀、啊，不处罚，对不对？他有申请啊。可是他有申请嘛，对不对？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制定这个登山管理自治条例？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入园规定不周详，是不是这样子？不然你就不用弄一个自治条例嘛，你完全就全国统一嘛。我们就按照国家公园法来走就好了嘛，可是不是，我们却订了一个自治条例，一定有不同点，不同点在哪里？最大不同点在哪边？鹿山鹿野，我们登山管理条例里面哈、哦，我们也有规范，就是这个领队的部分要跟所有的这个登山者保险，然后他要有医院，那如果是按照国家公园入园规定，他有没有规定一定要保险？有没有规定一定要保险？局长不知道，有谁知道？那科长。科长。哎，陈科长。哪位科长？抢救科陈科长。OK， 国家公园入园规定有没有规定入园一定要保险？目前没有强制规定。没有强制规定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从花莲进来的话，我是符合这个国家公园入园规定的。可是我进到南投的山域，我就不符合规定了耶。那到底我受到谁的规范呢？而且你们这边还有一条啊，你们看一下你们这个自治条例自己定的一条。
看，你们看这个第六条，局长你看第六条，登山活动范围涉及特殊管制山域者，应由领队带领之。好，而且呢，还要领队为本人及队员办理登山综合保险。如果没有保险的话，你们要罚10000到50000，这是你们自己制定的哦。那怎么办呢？龙花莲进来，它完全符合这个台湾国家入园规定啊。你来到南投县，你要跟他罚呀。他根本就没有强制啊，你定这个东西，对不对？报告议员，我们的自治条例哦，在去年11月11号有送内政部来做审查，内政部有审查通过，其实在部举处中央的相关法律。不是，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矛盾？我再请教一下局长，经管处他到底有没有通过了这个登山综合险？一人保险有没有通过？目前有没有通过？跟罗议员报告，在金管处里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跟他建议哈。你认为他会通过吗？5人以下，他会为我们南投县破例吗？还没有，还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你却已经开始要开罚人家了。那再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登山路线是不是有分级？有没有分级？登山路线。对。登山路线他申请的时候他填啊，他有没有分级？我想请问总共分几级？有分级嘛？分几级？知道不知道？我们来定这个分级，现在还没有分嘛？怎么会没有分？不是分了六级吗？ ABCC 加跟 DE、不是吗？那个山域管理机关的那个林务局。 OK， 他为什么这个登山路线他是有分级的？ ABC 一个人就可以登了呢，可是他并没有保险呢、他可以一个人，目前我们没有这个综合保险呢、那他怎么办呢？对呀、你们这是针对团体嘛，个人呢？因为现在金管处并没有通过这条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没有错，我完全符合这个国家公园的入园规定啊，对不对？我跟 ABC 级的这个路线，我一个人就可以上山了，可是我没有怕保险呐、因为规定要5人以上才可以保险呐、我就是没有保险我就上山了。可是你们这边的是说，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要罚10000到50000。那跟罗议员报告，就是、有关于保险的部分啊、我们也是还在沟通，可是还在沟通的当中，你们就已经制定了这个了。当时出了事情的话，万一真的是没有保险的话，是要罚人家吗？有没有罚？现在这个部分，保险的部分，因为金融机构他还没有办法做这一条，对嘛？是还没有嘛？你们都还没有沟通，有个结果，可是你们就已经有第六条出来了耶，你们就要罚人家了耶，而且你这已经公告啦，公告是不是有法律的这个效力？有没有？有没有？不知道。公告是有啊，但我想定就定，我不是说这个自治条例不好，说实在的，我们南投县的山难频繁，我们确实要有一个比较周详的方法出来。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登山自治条例是国家要定定，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定定，尤其是我们叫跨县。登山自治条例主要，现在你看我们的登山口又不是只有南投县，我们在其他的县市都可以进来。那进来之后，哇，我现在明明从花莲进来了，可是我的路线是一直走跨县的。哇，我到南投县我出事了，我完全就按照南投县的这个自治条例。你到时在法律上会不会人家跟你 argue？ 我是符合规定进来的，可是进到你南投县，那是不是会到时会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当时我们也希望，因为这个山域啊是跨好几个县，问题是你们这个条例已经公告了，那现在也是台中、南投、花莲都有定了。那还有在第13条。在第13条你没有提到说要带定位器材跟通信的这个设备嘛。我进到这个玉山的这个管理处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到，玉山管理处它针对个人的话，它只要说你有带指北针跟高度计，你就可以进去了。他对团体才有说啊，你要携带 GPS 无线电啊，行动电话。可是呢，他个人并没有这个规定。好，那我现在我要爬玉山，我个人好，那也许我是爬 ABC 级的，我一个人上去了，
我是按照玉山的规定来的，我个人他并没有要求说我一定要带 GPS， 我一定要带行动电话、卫星电话，我只要指北针跟高度计就可以了。可是你们针对这个也是有罚款的耶，罚则的耶。如果是说没有带的话，如果你们没有带的话，好像也是要罚多少？我印象中也是要罚3000到15000哎。所以你们在制定这个条例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去参考这个国家公园的入园规定啊，你们就自己定了。可是这么多法则出来，可是好像都是矛盾的。局长，议员报告，登山管理条例在奠定我们邀请山域管理机关，然后各邻近县市中央单位开好几次会了。所以这个我们也报到中央，经中央核定下来的。我想请教本席刚刚请教的这些问题是问题吗？核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些比较自爱难行或者什么，我早就说这一句话了。参考你们第一次，我叫你们要制定，我就说一定绝对是自爱难行。绝对是自爱难行。OK， 好，现在公告通过了，对，是不是有你们难行之处？有没有？你们这么多的罚款，其实到走上法律途径都是有争议的耶。你罚得了吗？你罚得了吗？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中央这边来反映说，我们是不是由中央来制定，而不是自己来制定？制定之后，你这个根本行不通呀，对不对？你跟很多这个国家公园法是冲突的啊，是不是，局长？这个都要请他们来开会啊。对呀。公告之后再来开会，在公告之前我就一再的跟你们说，不可行，不可行，不可行，就我们还是通过了，我们还是公告了，我们还是通过了。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山友这边也在跟我做反应，后续这个他们也搞不太清楚啊，对不对？而且我发现我们都是在做末端的工作，他们要进山之前，我们也没有办法规范他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核定，入山核定也不是我们南投县政府在核定的嘛，是不是？警政署这边核定的嘛，也不是你们在核定的嘛，对，对不对？啊，那你还没有办法做核定，可是你只能说，只要符合这个国家公园入山规定，他就可以进去了。只是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再来做检讨。哦，你有没有带 GPS 啊？你有没有保险啊？不，如果没有的话，我再来罚你呀、啊。可是前端我们有没有什么作为？完全没有，是不是？前端不是、啊、前端完全没有嘛，你只是做后面这个收尾的工作嘛、对不对？对，只做事后诸葛的工作嘛，是不是？很早我就已经跟你们说了，我们自己来定，真的不行，真的完全不行。啊，管地我都不爱改讲，他地理真的很差，我每次跟他讲，他都听不。我也希望说定这个条例啊，能够让所有登山者，能够在登山有万全的准备，心理准备。你真的要保障我们的消防弟兄，保障我们这个山友的安全。可是你定了这个东西，漏洞一堆。如果他有带定位或者等等，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他。这是最好。他如果没有带，可是你们却有罚款。好，里面还有什么应啦、德啦？我去看了这字应，就是你一定要德，罚款的部分还德嘞。对对，他如果你看你后面罚款的部分你还得嘞，得就是可以罚可以不罚，你看看你们定的这些东西，你们看看真的是第14条，于特殊管制相遇从事登山活动遭受登山事故，由本府进行搜救者，本府得以书面命其负担得，这个得是可负担可不负担，是不是那个意思？你这得字是不是他可以负担，我也可以摆烂，我也不要负担啊，是不是？你们这个用字好像也都有问题嘞，局长。这个还是要做检讨。OK， 谢谢主席，谢谢局长。啊，感谢我们罗美玲罗员，还有我们啊消防局林长，针对我们这个我们的要爬山，我们从我们南投县。申请的话，我们南投县，我们去年我们啊南投县政府有一个自治条例，刚才我们卢远在提这个问题，因为刚才照林局长讲了，我们有40多个山头拢卡掉，
跨县市的。当然，因为咱先来去定这个自治条例，最主要就是两三年前为着来爬山，咱无要无甲咱申请也好，无袂使入去，硬入去。第四家发生问题，咱找人，哦，家属认为讲啊，咱找人想办甲咱告。咱的兄弟啊，咱而且兄弟啊，有商家兄弟啊，爱落爱过判罪，爱过人罚钱。所以当然为着这個，去年咱议会要求啊，咱县长来成立一个自治条例。我应该是咱去年县长送来议会嘛有审过啊吧。所以讲当然啊，刘议员你的看法是讲，定这个问题会抵触到自在难行。但是咧，我认为讲这本来这是伫咱县所约束的。伊对于法人申请入来，迄呾个代志，法人唔安尼行是，只要为咱只申请，咱就是安尼要求嘛，对哦。安尼后摆当然，你咧讲要甲罚，甲因为咱报内政部，内政部嘛做哪？当然你先听我讲，吼、哦，内政部嘛做哪吧？咱当然咱是一个 A 四讲为咱南投县入来爱安尼申请。安尼后摆我来讲，总共这个有自爱难行，无在甲罚。后摆伊袂为咱南投申请，伊可能会为华人申请，安尼因兜个代志啊。为华人去办不哩发生啥物代志，应该责任无伫咱南投县吧？哦，咱是预防，因为这都问题啦。我即摆是先讲我个理由落去啊。这是一个中央个政策，咱要求中央唔嘛？啊，唔咱管府就自救，就是安尼尔吧？啊，无你即摆意思要叫因要求中央来定这个法通个时候，因为中央唔插你，你嘛无阿多，啊，所以咱只有是自救。哦，啊，自救当然你咧讲诶，当然你了解，你有去了解，因为老议员你有了解这个法令，有可能。啊，无。我是说，它里面定的内容有问题。议长，你刚才误会我的意思了。哎、我不是说不要来定这个自治。不是说不要定。我们应该要更周详。不是讲你定了之后，你这个里面是行不通。啊，即摆就是你讲正确啊。有是说，为什么不找他们来做讨论？对啊，我即摆是讲你咧讲诶正确，我毋是嘛无讲你毋对，因为误会我的意思。有跨县市嘛。这个条例，说实在，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对啊。它的内容有问题。入山申请也不是跟我们南投县政府申请，入山申请不是对咱南投县，好，就算对花莲地来嘛，不是对花莲县，啊，他是跟谁？警政署这边申请是跟中央申请，他就可以进去了呢。我们警察局有权利啊。所以不是讲，所以变得讲，都在给六马讲嘛，啊，是一对花莲地来，他对花莲进来，他只要跨到我们南投县，他就是属于我们的。范围了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林局长？就算对花莲地来，你申请单位是哪个单位？从哪里申请？对有争议哦，这点一定有争议的。我都不是对恁南投县地来，我对花莲地来，你讲恁南投县，对不对？申请是从哪个地方？那个？跟议长报告，路分两个部分了，一个路山，一个路眼。路山就山域管理机关有林务局的，有公园管理处的，那。路演的部分，哎、欸，路演是那个山域管理机关，路山就跟警政署。我非常赞同来订这个条例，我非常的赞同。是讲你来的就这已经是完全是跟我们的这个国家路演规定是冲突的嘛？他那边是 OK 的，可是我们这里是不行的。我刚才问你说最大的差异在哪，你也讲不出来。这是法是你们这边在订的、啊。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反对，只是内容真的是有问题。那为什么议会去年我们议会通过？是啊，我也是很质疑啊。但当时的委员有没有参与？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这个小组委员有没有参与？你们还是要通过啊，那嘛是要通过啊，对吧？那通过之后，我那时候我说只要通过，一定是挚爱难行。结果我们还是通过了啊。那不是刘远，那我现在就是说啊。去年在这个小组的话，你有没有参与？这小组我没有参与啊，我又不是第二审查小组。我们审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我嘛，我们是第二审查或第四审查小组哎嘛，您办起来，您都已经通过啊，你丢到议堂上，你们就通过啦。我之前已经跟消防局这边沟通很多次了。那你认为不是？你认为这个条例不周全的话，可以啊，你
你让你的总经理，你可以提议啊，这个来修法，可以不要再修法。没有，我们像这样的话，我就去年我们一月就、啊、就是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给他通过吧。所以我现在才把这个问题丢出来嘛。我不是在那找茬，我绝对不是找茬，因为三友也在跟我提，他说议员一点安呢，那是被安那去啊安那处理，对吧？我想我今天所讲的，局长你都很清楚我在讲什么。说这个问题，好，问题在哪里？你应该也很清楚，对不对？问题在哪里？立马就请撤、欸！我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没有一样不是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局长？好了，那我们不耽误其他议员的这个时间，好，这个我们再做检讨。这个不是其他议员的时间了，我会给你反驳这个问题，就是说，去年我们在这个不是我们议员没有审过，如果议会没有审过的话。他执行的话，你来说这个，我们绝对议会要听你啊，叫他马上改啊。我，议长，为什么去年我们议会有谁？你问局长，我有没有在议堂上提过？我有没有在议堂上提过这个问题？你们那时候要订定这个条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你们这个问题呀、啊。我有没有说这是挚爱难行？我有没有讲过？今天我是意思说，今天我议会已经审过了啦，哦。你如果认为所以审过就没有转还的余地了吗？那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呢？怎么办呢？可以啊，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你提出来，已经提出来，议员认为可以，我们可以方案啦、啊，我已经提出来了、啊，对不对？好，议长，我们是针对问题来做检讨，哈，就拍谁？我们即便底下躲虾，我是针对问题来做检讨，不是躲虾，结果在讨论嘛？是嘛？我们一起讨论啊，我不在我们一起讨论吗？我当然就是把问题给丢出来嘛。那如果有问题，是不是还要再重新做检讨？那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条例出来，它一定是都是完善的，都是没有瑕疵的。有时公布之后，实施之后才发现哇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做修正嘛，是不是安内？我给那你嘛是把问题给丢出来呀、啊，是不是安内？是啊，我们确实是通过了、啊。那通过之后，实施之后有问题，三友也有疑问了，对不对？机构的疑问嘛，我们希望个人的疑问，我也来自三友的疑问，他们在问我这些事情。OK， 我好，我在议堂上提出来。啊，那个我不得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那个消防局，那林姐，你认为这个有没有问题？罗远讲的，你认为有没有问题？谢谢，谢谢罗远了哈。因为当时我问你啦，有没有问题啦？罗远讲这个，我们今天立这个法有没有问题啦？有挚爱难行吗？因为是我经过内政部已经核定通过，那我们就实施照这个核定的实施。那如果对于整个在执行上有部分应该要做修正的部分，我们会召集像临近县市包括台中市、花莲他们有订，然后我们再跟中央来反映，和大家来这个寻找比较恰当的一个方式。好了，好，那这样可以吗？好，刘远，好，谢谢。好，我们继续，我们请林外宇林议员补充说明。谢谢大会主席何议长、本会秘书长，还有第二审查小组的各局处长、课室主管，以及各位议会好同事，还有关心我们县政的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我在这里延续一下那个罗美玲议员所提到的登山的自治条例。其实这个条例在我们之前在议会的要求之下提的这个自治条例，因为为了保护我们的消防人员，为了不浪费公帑，所以提出这个自治条例。当然这个自治条例订了之后，我相信是经过的开会会议决定之后认为可行才去订的。至于说订之后经过议会审议，我相信经过了审查小组的审议之后，或许审查小组有他的意见，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也建议说，到了大会之后，不是审查小组的这些成员议员有意见的话，要做充分的沟通跟协调，认为说可行的话我们再来执行。只要一经过议会同意，大家审议通过之后，我相信这个责任是议会所有都要一起共同来担当的哈。如果说这个
真的就像罗议员所讲的挚爱难行的话，是不是说有修正的空间啊？请林局长做个答复，可不可以再做修正？请林局长。请局长答。有没有修正的空间？谢谢议长，谢谢林议员啊。当然法令就是这样吧，我们后面都定一个，还可以再做修正嘛，哈。对啊，还可以再提出，还可以再做检讨、做修正嘛，对不对？再收集一些资讯。好，谢谢，请坐。在这里我也延续了我们今天早上多位议员对于我们地方的交通，还有我们的治安的问题，哈。再关心一下这一个议题。其实最近大家我相信很有感的，就是不管是南投也好，在埔里也好，交通可以说是进入了黑暗期。因为在多个路口，其实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管线，因为管线的施工，所以造成交通的混乱。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说在当地的这些警员、警察人员们，我知道说这段期间你们也很辛苦，每个员警都有他各自负责的一个业务，但是碰到这个交通的问题，我希望说，虽然说毕竟呢、施工单位在当地进行，也希望说能够去沟通、去协调，怎么做好这个交通的疏导，还有做路标的引导，一定要明确。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因为白天就是因为那个路段已经塞车了哈。夜间的话更加的危险，所以夜间的指示标志一定要做好来。我们警政单位这边也希望说能够尽一点督导的责任。南投县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由于县长的一个施政方向，努力在发展当地的一个观光，每个乡镇都有它特定，都有它发展的一个方向哈。在这里是我相信我们的经过评比之后，我们的幸福指数、我们的施政满意度，其实都在的凌驾于一些我们城市的这些乡镇，我相信是备受肯定的，居于第三、第五。我相信这个成绩得来不易，这个都是整个县府团队，还有包括我们的警察人员，大家所努力创造出来的佳绩。但是在我们这一期的大会一开始的时候，南投县议会也表达了对于我们简俊廷议员的这个被殴事件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在这里也希望说我们辛苦的警察人员们能够重视这个事件，不单单只是说记者朋友，还是议员，还是一般的老百姓，我相信这个在都是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有感的，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是希望说有一个好的治安。我相信虽然不能以单一的事件来以偏概全，但是我们相信对南投的治安是有信心的，也希望说在这方面大家能够来努力。我请教一下局长哈，对于我们南投的治安，往后的治安是不是有信心？是不是有这一个魄力下去执行，让我们这些百姓能够过得安稳一点，能够还给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有没有信心？请局长。好，我们请邱局长简单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我相信我们警察局全体同仁都非常会全力去把这个治安维护工作好，我有信心。有没有信心？信心。有信心哈，希望我们继续努力，请坐，谢谢，谢谢议长。继续我们请黄国昌黄议员，吴国昌委员补充说明。谢谢，我还没做过立委哈，议长，我嘛真想要做立委啦，啊，无共识哈，今日咱大会主席何议长啊，陈秘书长。咱在座吼，所有第二审查会咱的各单位主管以及本会同仁吼，在座的各位媒体的先进关心咱关情的所有南投乡亲吼，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本席咧，伫遮规早起咧拜听，大家咧对咱第二审查会这个各种的业务的关心嘛，拢总是为了咱的关情，要咱来进步，
延续着拄只咱罗美玲议员吼，来甲咱上局长就教这问题。当然，咱的条例定定，拢总是为了咱吼消防啊，甲咱入山组吼，有啥物最优秀吼、上介好的条例来定定。那么免不了咧，有一点疏疏啊、瑕疵，还是讲哦，一旦我补的吼，啊，当然咧，拄只议长嘛非常关心蔡市之下，我想局长的应该咧。啊，阮议员的建议，若有搁较好的，你会等过来吼、来修正过来上中央吧吼、这点咧啊，希望讲咱林局长来重视咯。那么其次咧，伫遮咧要来照教咱主计处吼、咱的政府啊，实施一律一修，会当讲是无甲乱七八糟吼、啊会当讲伫资方、劳方，包括我感觉政府的民主嘛拢失去啊。啊，亲像阮做这道修理车来讲，礼拜日。车派去，卡地我，我叫人讲，恁礼拜车拢未使派，因礼拜就无人通甲你修理。过去的礼拜，阮有师傅来值班，但即摆我值班一工，我爱付三工外即个工资，或许伊规工咧值班都无半台车派入半路吼。所以这点我相信咧，啊，伫即个就业方面，是不是会影响到咱的民众吼、咱的即个就业咧？因为真济年轻人啊。尤其是伫科学园区上班这年轻人，啊，因对着因过去因一个月领薪水可能是三万几块，但是伊咧啊较拼死较骨力，伫伊体力负荷欢喜甘愿之下，伊来加班伊一个月加超两万块的加班费，所以讲伊一个月收入有五万几块，所以咧伊来甲阮买车讲阿姨，我来甲你买车分期款，我有法度力。那么即卖咧，伊讲我害啊，我连分期看车看我都无车来袂起。啊，这点咧会当讲啊，啊咱林馆长啊，伊嘛会当讲真坚持啊，对着咱南投县是一个观光大县吼，啊推动咱的各种旅游的观光业，那么照一例一修啊，势必会来影响着咱的观光的发展。所以这边来照照咱的这个林处长吼，即卖。我真久毋捌甲你问，咱的失业率即卖偌济？跟去年同期有差别吗？请你简单回答。我们请林处长答。谢议长，谢吴议员，一向非常关心南投的失业率。那南投的失业率，因为以县只有半年的资料。半年偌济？半年对，现在是3.78%。安尼未歹啊。跟全国一致，因为之前曾经我们南投失业率会高一点，可是从104年开始，我们都跟全国一致。一例一休是死了嘞，一至四月份你还有资料不？跟去年同期。一至四月份只有全国台湾地区的，没有南投县的。啊、南投县你们没有做，您在不做？因为他那个资料只有就是没有半年才有那个各县市的，其他就是各月份只有台湾区的、台湾地区的。所以讲这里啊，本身是感觉讲吼，这个一例一休，那么我们林县长啊，啊，伊主张讲要来协商吼，啊，要来制作一个条例吼。当然这里抵触中央啦，那么但是咧，所有的民众啊，真乐意看我南投县吼有一个配合县长来改进嘛吼，啊，你请坐吼。然后其次的。啊，要来就叫咱财政处长，处长，咱去年啊掠私酒所罚的罚款有偌济？好，科长回答哪一科？来，简单回答科长。去年你干那掠私酒罚了偌济钱？啊，总共有几件？恁都规在收银啊，吼，规在收银，底下恁拢无传资料就对了。哦，这边还较无赢，恁这边还较凉。哈哈。报告议长，还有那个议员哈，我105年的部分哈，我一共违规的案件有66件，其中烟民案件有5件，违规酒品的部分有61件，查扣的那个总共罚款多少了？我时间到了。罚款的部分一共有63万。好，你请坐。你家的本席为了凸显这个问题的，你讲哦。我们在取缔私酒的时候，哈，爱看看，我们不要太严苛的来认定。尤其我觉得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我的这个搞啊，哦，我觉得你们又会加强取缔，有这种心态吗？你要取缔这个，归你烫天，你要平常心来取缔，
不要说在过年过节哦，恁就加强来处罚，而且有时啊，犯罪差半厘尔，恁就要共认定讲你这就是超过100公斤，不要那么苛责嘛。哦，因为呢，即卖人输球，那家己食的，有的就新妇做过，这真平常的代志嘛。所以这点嘛，希望讲咱财政处哦，以后卖遐硬啦，好不好？啊，科长，请问你贵姓？我特别认识你一下。我姓李，姓李。林科长哦，后盖那去吼，卖遐硬啦，啊，有的人唱到凌晨卡嘛，卖去变啦，好不好？好、哦，好不好？好好，谢谢议长，谢谢。啊，各位议员同仁。咱早起的时间已到了，但是后壁还佫有四个议员登记，还是要宴会还是要休息？啊，好，那继续我们就简单明了一下，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延长半个小时。好，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延长半个小时吧。好，继续我们请陈时会陈议员发言。谢谢我们大会主席，我们的何议长，我们议会的陈秘书长，县府第二审查小组的各局处长，以及本会的同仁旁听席的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午安。我就来延续到咱登山自治条例法这个议题。当然，咱邱美玲、罗美玲议员哈。对着讲登山自治条例法呢，非常的研究，有真侪讲吼登山的这个好朋友来替伊反映。但是呢吼，本身的感觉就是讲，咱县政府来定这个自治条例法，是经由送予咱南投县议会，经由大会来审议通过，这必须就是要来尊重，甲来做一个遵守。那所定的这个法规，当然伫登山者，因会感觉讲对因是一个保护啊。那嘛爱互因来甲咱这个法令吼、做一个尊重。但是这种是双方官方啊，甲讲登山者一个立场的无同。啊，咱先啊要定制，咱都是要保护，尤其咱南投县吼风景吼、百越都拢非常的好。真侪登山者因足爱来遮登山的。发生意外受苦，就是咱家的救灾人员，不管是正职的警消人员，或者是义务职的义消人员，或者是救难队，家人拢非常的辛苦。尤其我住伫水利甲信义，拢是伫登山口的这个乡镇，咱体会出来讲，咱消防救灾人员因的辛苦的一面。所以我本身伫遮建议咱林局长，当然伫自治条例法可以修订的。咱时常咱伫开会，咱嘛是提出讲自治条例法哪一条要来作为修正。那我们的罗美玲议员，他相当的有研究，对自治条例法，他真的很付出他的心力，有力研究，包括讲规条登山口什么，他都知道。所以局长，你可以私底下来跟我们的罗美玲议员作为一个商讨。该必须说提出来再做修正的，然后保护双方都可行的，我们一定要来做。以上是我对说登山自治条例法做以上的建议。那在这里我请我们保安科科长到前面哈。套炸社会议员拢总是针对着咱议长，不好意思，我要请保安科的科长到前面来。好，恁请。套炸。多位议员对着讲，咱警察局执法，啊，甲讲这个法令。那个保安队长是不是来？请。保皇嘛，守望相助队不是保皇吗？对着讲哈，好，你先站一下哈。对着咱警察局的执法，以及讲真侪这个治安事件，这个发生嘞，非常。对着警察局非常这个要求。那当然，伫本人感觉讲，咱徐阿干议员讲到，即卖中央政府有500万要为着毒品的前瞻计划，要来做一个实行。那伫这个实行过程当中，有讲拨经费到学校做一些话剧的表演或者是宣导。那这种宣导，局长，你感觉有效无？
是啊，甲议员讲真有效，啊，我要请问咱局长有效无？嗯，局长的。不知道的人知道，对那部分应该有帮忙。我请你再说一遍，请你再讲一遍。就宣导让不知道的人晓得那个严重性了、啊，对那些人不知道应该有帮忙。哦，就是宣导咱的法令、咱的法律，让这的学生知影嘛，吼。所以本学一直感觉讲，其实这是拢咱的人格教育的失败，吼、哦。不管做啥物代志，就是态度的问题，啊，尤其。你就你讲来家做这个宣导，这个法令的宣导哦，演一挂话剧，这些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到这些法令的知识。啊，那呢，咱南投县议会每一个议员伫这个议事厅，对着讲咱警察哈、哦，咱公部门，咱的执法的态度，咱执法恰当无？红灯开了人多无？恁拢总无听到？啊，呢，咱买使请话剧来，咱警察局演一下。请法局来警察局验一下，让咱这主管看，看咱能接受无？安尼会使无？警察局有这种经费无？若无，阮议员会使来组一队法局队啦。局长，可行吗？我们对于执法啊态度个案不要加强，我们继续加强。透早时常拢讲，每一个议员拢讲着保安队。尤其南投草屯的议员更加激烈，但是我是伫水利区甲集资的，我感觉嘛是也是真可恶呢。啊，保安队是霹雳的嘛吼，啊，若无代志做无安尼嘛，保安队这人员拢甲交通队来相换，互因来执法交通啊，汉牛霹雳互因来执法交通啊，像水利逐工都是保安的车队在遐坐，人徛好多摆。桥倒歹，伊嘛来甲砸起来。总讲伊无地安全帽，你著甲开一张无地安全帽500块就好嘛。伊毋是，伊讲我无要你开这条，摕出来就叫人分。这是讲尊重吗？这是认同吗？讲好来要大吗？对吧？拄我队长讲，伊嘛是上甲只少年队员讲，哦。安全重于绩效，电视你看，不是叫人叫家己去弄死，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安全？为什么要尊重百姓？我嘛纳税的呢，凊彩路边砸着，就要叫你赔，无地安全帽你也开无安全帽嘛？我来请问，我自区的分局长，搭一工卡卡，因这个这。我即个所问啊，安尼有道理无？我问安尼有道理无？不理就好了啦。我问你有没有道理？你没有定点事哦。好，那请。你车拄着人骑奥特曼无地安全无，你就甲扎起来啊？这有人道吗？是。你跟我回答这种执法的。执法恰当吗？是，谢谢议长以及议员姐姐的指导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轻型的违规我们会尽量劝导，那严重的违规我们会依法告发。啊，你坐下哈。谢谢。你应坐拢吼，帮我垫骨角啦，重点是大听无啦，垫骨。再来，这个是交通的问题了哈。当然，伫毒品，我头有讲，这是人格教育的问题。即你讲毒品，一直要叫警察来抓，真的是无法度。但是，咱的毒品已经下降到国小的学生了。我查五天前看一篇报纸，吼、哦，当然这篇报纸的事件不是伫咱南投县，但是咱爱来防范。这毒品拢已经侵入国校，卖毒品的国校生的四年级的学生。哦，也许伊这就是一个毒品家庭，所以毒品要来防范，真个咱嘛爱有一套，吼、哦、一套来做。那当然，在咱哩追车的过程当中，大概发生诶爆炸下，就是稽查稽查毒品。
其实以恁的经历，以恁的智慧，要掠毒品的车足简单嘞。搭一台车有滴毒品，拢怎知影？我再提这点来讲，就是讲恁的约车过程，吼、哦，约车过程，这是一个交通事件尔，这是一个无滴安全无尔，迄千万唔好讲着。迄种嘞，真个啥，两造都很危险，吼、哦！马路上上撞一台车出来，崩落，这个警方没有责任吗？对不对，局长？这个、真的在我们的执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做教育。好、哦，你请坐。对啊，哈、哦，保皇科科长嘛，哈、哦，哎，我请一位怎么来的两位？哦。我是要就叫保皇科的科长啊，刚刚是这一位戴眼镜这一位出来回答邱美玲议员的嘛，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一位是谁？保皇科长。啊？保皇科长。保皇。是。啊，守望相助队是哪一个？保安。保安哦，我来派谁？派谁？好，你徛久。杜阿丽丽回答咱邱议员。伊在替着咱守望相助队福利的争取，吼、哦、业务探讨。但是你回答的是讲，守望相助队伫恁的警察局单位内底，并无要求因来做协勤。你是不是安尼回答？请你直接阁讲一遍。我们在每年固定都要求来协勤。那这个守望相助队，因为他没有纳入民防法民防团的一个协力团体。所以它是地方有需要、民众有意愿的一个组织，但是我们87队的守望相助队啊，每年今年登记啊，有将近啊55队有自愿要学警，我们要鼓励把它纳入，形成一个治安的一环，所以我们非常积极在鼓励，并没有说不愿意他学警。好，鼓励嘛。可是我刚好像听说你们并没有要求他们来协勤。没有没有，我们每年在12月都会来做一个同案调查。那你鼓励他们的协勤，大部分大部分应该当中是东红嘛？啊，还有其他的吗？那个他们协勤的话，他们会提出一个协勤的一个自愿书。那并不是只有东环，我们目前啊常态运作，就是说几乎每天有在运作，也将近有120队。那有时候是135来运作。有些是部分晚上2小时或4小时运作，有些只有冬那个春天期间有运作。啊，那比如啦哈，恁的治安宣导、治安汇报，是恁要求消防相助队来配合，也是因愿意的。那个我们对在有比较具体维护治安、协助治安有比较表现好的一个守望相助同仁。我们为了要鼓励他，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利用治安汇报，对这些优良事迹啊，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由县长或是副县长来跟他们表扬，来提升士气。你看我拢感觉吼，像阮水利啦，每一届治安汇报，哦，拢是采迄队的消防相助队来去配合恁分局，大部分拢迄队来去配合恁分局。因为我做议员15年啊，我嘛曾经捌参加过恁10几年前所举办的治安汇报，吼、哦，并毋是叫一堆守望相助队来安尼来做，是邀请各村共同来做，安尼毋才发到去各村来做宣导。但是恁即马毋是，恁就是每一年就要求拜托啦，毋是讲要求啦。拜托这队守望相助队来配合着恁的业务，来做着治安的汇报。阿边那边来发导，啊，每一年都这人在听呢。治安要安怎宣导？治安汇报要安怎宣导？恁的优良事迹嘛宣导未出去，啊，大家拢怪警察甲你开罚单。无感觉讲警察足辛苦的，你为百姓治安的维护，为交通的维护。我安尼讲，你有赞同无？包议员啊，议员刚才提到这个固定的一个队的这个部分呢、啊，那这个范畴的部分，在保安科就是常态运作，那这一部分是属于社区治安守望相助队的部分啊，在我们警察局是属于防治科的一个业务。防治科啊、哦。防治科这个区块，你刚才提到这个区块是防治科，不是保安科的一个区块。好，那我底下你讲一句歹势啦哈，安尼问到去，
但是我头前段绝对问到的，是后边段甲你问到呢，吼。好，那你请坐哈。好，我们继续努力，谢谢。谢谢。所以，局长，我头我讲来讲来讲去交叉比对，啊，你有听到我的用意无？你有听到我的用意无？我交叉比对了，你讲遐尼济，你有听到我的用意无？我爱的是啥物？请你回答。我们请邱局长答。谢谢议员，谢议长，谢议员。那针对我们那个各队啊，补请的话，我们也普遍注意的。你所有各队是什么各队？是有我们守望巡逻队啊，有协警部分呐、啊，应该鼓励我们都会普遍的注意到。好，局长，我要的只有两个字：尊重、尊重啦，你知无？不是希望上头对每一个活动，你主管人一定要到位。你无到位，你派什么来？这就是一个尊重。你有派人来啊，这嘛是一个尊重，哦。但是你无来参加这场，啊，你带来的隔壁，你拢袂使来尊重两字吗？你迄个动作你袂使做到吗？你迄个态度袂使做到吗？我今日讲的就是一个礼仪、态度、尊重六个字，送给恁警察局。谢谢主席。好，感谢我们陈议员。继续，我们请肖志远、肖议员补充说明。谢议长啊，秘书长，我们第二审查会的各单位主管，还有议会同仁，电视机前面关心现政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哈、啊！我想啊，延续我们陈淑慧议员对消防跟警政的关心哦、啊，我有两点问题想要就教育我们消防局局长哈、啊。我是来建议哈、啊，一个住宅型的那个火灾警报器哈、啊，是我能在今年度啊来作为编列一个预算哦 啊来针对独居老人或者比较身心障碍人士哈、啊。来做一个按年编列的一个发放啊，因为最近啊，我发现了有两则新闻啊，在前两个礼拜哈、啊，在一个新闻里面有一个老人家，他因为行动不便，可能没办法出来，连吃饭都困难。后来他拿一个保特瓶，啊，里面装了1000块，把它丢到门外，用这样来求救哈、啊。啊，另外在最近呢、啊，月初台南有一件火灾，也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因为相对在10分钟里面就到达现场，可是也因为他本身行动不便的关系哦，所以命丧火窟哦。针对这个部分哈、哦，我等一下再请局长答复。另外哈、哦，我们信义乡有一个4个部落，潭南人伦、哦、啊还有民和双龙，还有水里乡民和村、哦、总共5个村、哦、打算要成立那个睦邻救援那个消防站的问题、哦、啊那天在贵局、哦、已经协调啊用地取得，打算在清明检查哨啊要麻烦，因为清明检查哨以前是警察局的。针对这我刚提的这两个问题，我请局长简单帮我答复一下。好，请林局长答复。谢谢议长，谢谢肖议员。有关于助警器的部分哈、哦，助警器的部分，我们每年在那种编预算哈、哦，对独老了哈、哦，还有那个残障、身心残障、低收入户啊，那种要增了。其实，在南投县呢，也有几个成功的案例了。哦，就是因为助警器的一个作用，而没有造成重大人命伤亡哦，而且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就是咱地利、潭南、民和、仁和这4个地方，因为离消防队比较远，我们现在是先请他们能够组成睦邻救援队。那睦邻救援队以后，我们那天有开会嘛哈、哦，要成立，他们如果组成起来训练好。那用做消防站比较一大哨的部分啊来做消防站啊，现在警察局也很支持哈、哦，但未来可能以这个拨用或者借用我们的性质来做了哈、哦，
所以我们现在初步的是先请他们啊把牧民救援队的成员啊拨开，啊我们再来做训练，我们希望也能够在今年年底以前能完成。好，谢谢局长啊，你请坐哈。哎，局长，我可能要再麻烦你啊，你刚刚提到哈，针对助警器它的效用，而且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哦。我希望说我们县内哈，还有不足的部分大概数量有多少，在总咨询的时候你再麻烦你提供给我资料。啊，另外消防站的成立，我希望说所有单位在成立的时候最困难的其实就是用地的取得。啊，我想说在警察局这边哦，因为都是县府单位，警察局这边希望能够全力来协助帮忙，好不好，警察局长？请邱局长答。局长，邱局长，我们会全力配合办理。请问警察哨哦，讲起这么忙闲置啊，无咧地方啊啦。啊，其实稳定嘛，一直用希望活用我们地方的那个既有的公共建筑哦，我感觉这是一举数得啦。局长，我刚好哈，我想请教一下哈，我知道你本身哈，今天很多议员对你相当的指正哦，啊你来到南投县警察局，嘛是拄来无外久哈，啊过去哈，我知道你本身法学素养哦，相当的雄厚哈，啊你本身历练也相当足，可能不过我是觉得哈，在外勤方面是不是你也。过去的历练可能比较少哈，啊，不过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县内的所有的各分局的同仁，还有各我们的干部，人好像无换，啊，为什么即摆咱所有的同事哈，我的议员同花，一直都会争矛头，都会看着你，好像你都来，为什么治安有啥物问题，有啥物状况？我是甲你做一个建议哈，是不是？即八个分局哈。他们在地扎根都很深了哈，咱是不是应放权给因家己去，因去发落，因各争头的代志，哦，比如人家地方有反映什么事，由他们各分局，就像那一天总统不是啊，那一天县长哦，县长那个施政报告的时候，我做了个建议一样，我希望说在各地方的部分哦，他们反映由地方下去处理，哦，啊你。你本身哈，你做一个统筹，我相信安尼哈，也对咱管内治安哈靠帮忙。啊，无别讲，因为换一个局长，以前魏局长，啊，你现在呢也没有很久，啊，人都一样，不会说因为这样哈，就造成南投的治安会败坏或者影响那么大。哦，是不是我们在要求同仁的部分，不要以法来一直在用法在讲？刚刚陈淑慧一直在嘛咧讲。哦哇，那么讲一点法，那现在年轻的一辈哦，因感觉因有理有法，因就要共，就要共处理落，是不是？咱要多加的宣导，啊，尤其你在法学上，你嘛是做大的啊，博士啊，其实你有可以用你的经验跟我们同仁做个分享，啊，来改变这个他们执法的一些观念，是不是？啊，也是县民事务，啊，嘛袂有阮议员讲安尼，干那恁干那特别共开单，这点你感觉安怎，局长？是啊，我们团队啊，一定会尽全力把治安做好。事实上，发生的案呢，那是个案。那我们对现场的那个嫌疑人都逮到了。那有没有其他案？我们继续在追办。那继续在个案的执法过程里面，如果说有疏失啊，或者需要改进部分啊，我们的全体同仁啊，一定会努力。好了，局长，我现在给你建议的是，希望讲在领导同意的部分，可能真的除了法以外哈。也不外乎人情，好，谢议长。好，接下来我们请简景祥简议员补充说明。谢谢议长陈秘书长。我来延续哈，来给他警政问题哈。自然毒瘤，那呢这里万恶之首，实在讲的，就是啊，对咱的毒品开始。哦，所有毒品的员工啊，造就啊整个治安，包括整个哈、哦，所有的拢是非常非常的歹哦。我来就叫哈、哦，咱这分局长哈、哦，认为你们查缉毒品在辖区里面，你觉得满意的，请举手。议长，满意的请举手。查毒品。
你是要请分局长举手还是局长？对，分局长，所有的分局长，哦、觉得满意的举手。拢无嘛哈，局长啊，局长，真惨呢，无人敢举手，轻松一点，来，局长，是安那？你的分局长无人讲满意，啊，无人，是不是拢总无认真？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我们请邱局长答复。谢谢议长，谢谢议员。我们对我们同仁努力的查缉毒品呐、啊，也非常肯定、啊。事实上，他们应该去执行的部分呢、啊，他有在。是无人加下手啊，无人管理啊，查缉不力啊。啊，这边来，要来，你要来向咱的管民解释，对不对？好，你请坐哈、哦。我希望讲嘞，你一套上好的办法。并做啥？灰毒加盐哦，南投县的毒品挂出去，甚至的，你看菲律宾总统杜特利抓到阿头，哎，枪杀的，这个你看，咱有法度做到，咱的真正是灰毒加盐哦。这个时候我相信的，你认真查起的时候，人的淘气对外管区，甚至的，啊，拢走对。害我去啊！因为为什么？据可靠消息，即摆先是听讲菲律宾拢走你咱家来啊！所以说，我希望咧，包括刑大，包括少年队，拢总爱去演你一套吼，摇下头咧，一定要揪出来。甚至于，我希望局长咧，每一个分局咧，一个月是不是交出一个成绩给我？所有的拢总抓出摇下头。因为咧，实在讲诶，这个绩效好像，嘿，大家嘛要来掠酒驾较紧啊！酒驾时一届就是三个加强，一个记一小功，对不？结果咧，你要去掠摇头，想借我甲看啦，至少要三个月半年才抓得到了，对不对？搞定啊！哦，所以讲咧，我希望咧，你们真的要拟一套最严厉的办法。让南投县变成一个真正是灰毒的家园哦！即摆先你来看，国小四年级就已经在做摇头啊，太可怕了哦！所以讲，我希望咧对，好、哦、对少年心的开始爱哈、哦，这个验尿甚至于主动验尿、主动这个来做的心哦，你来看，囡仔心就是啥？一开始在外面游荡完了变成什么？假婚。吸烟、嚼槟榔，然后就是饮酒，不然就是夜不归营，然后在外游荡，了嘞，成群结党，结党了变成啥？就是嘞，变作就是相拍，甚至嘞，足济一挂案件拢出来啊！啊，伊若无钱他吃的时阵嘞，无钱他吃的时阵就是抢，无就是哎、欸，家人受害，甚至于嘞，亲子关系拢拢冲突。因为啥？为着要甲老爸老母摕钱的心嘞，啊，摕无的心嘞，一定就是产生那个亲子关系。所以说，整个延续出来，这个、啊、非常糟糕。我希望说，刚刚我们萧议员讲的，你有法学四养心，你出一套真的真正是要提出一套，让咱的南投县是一个清气的，甚至的拢都无毒品的，你有信心无？谢长，你简单答复，有信心无？啊，谢谢议员，当然有信心了。好，好，这句就好啊，好，谢谢，谢谢议长。好，继续我们请蔡志蔡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何议长，啊，我想大家也辛苦了哈、哦，给我十分钟以内来做个结束了哈、哦。啊，马已经十二点半了哈、哦，我想针对税务局哈、哦，周局长，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哈、哦。在上个会期，我们的地价税因为中央的哦指示，哦让各县市的这个地价税都一定要调涨，啊，但是我们啊、哦、在开会的结果，我们南投县也特别的哦，在林县长的还有我们税务所有人员的协助下，哦、也都有调整，哦，我想这个部分也感谢你们，但是。在我们房屋税的部分，很多的
象竹山的大明路上，哦，啊，跟巷弄间的这些，哦，巷啊底的这些住户，既然扣水，哈，马龙赶快，哈，啊，其实南投，我想这只是竹山一个个案呐，啊，应该南投县十三个乡镇，哈，哦，你们税务人员应该拢是照往年的遐资料，啊，就拢搁甲寄寄，啊，赶快安尼扣。但是今年搁较特别吼，拢起价吼。我想南投县也是921，经过921的哦重灾啊、投资风灾，二三十年的这旧厝，啊你嘛赶快你甲扣，啊搁甲起价。局长你看咱的这敢有理哈？局长你回答一下。好，我们请周议长答。好，谢谢议长哈，然后谢谢蔡议员的指教哈。蔡议员很关心哦，这个我们巷弄里面的房屋哦，那是不是有调涨的一个问题哦？那这个我要跟议员报告一下哈，我们这个房屋税哈，其实我们那个是属于一个地段率啊，就是哈，现在我这样解释不晓得。我听懂你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我们的稽查人员哈，不要只是在办公室纸上作业，希望讲会当去现场。人迄都伫大明路的巷弄间，吼，也是讲集山路的巷弄间，而不是在马路边。好，这个我们会要求哈，我们的同仁哈，实际上去看，好，了解实际的情形。这个部分做得到了哈。那我们会一定会去看的。如果说有他觉得这个房屋税的课征有一些疑义的话，我们实际会去勘察。我们会根据法令的规定跟那个实际的情形来做一个衡量。我想讲，中华民国吼，真正唔通慢慢衰啦。民进党政府吼，执政要一当，啊，真正是慢慢衰，大项拢在起价。吼，我中央政府都麻木不仁啊，咱地方政府唔好过安尼啦。我拜托一下局长，这个部分，我想不是竹山而已啊，应该很多乡镇都有类似的这个状况啊。吼，你请坐。接下来我要就教一下我们消防局哈，我们局长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哈，假设啦哈，啊，在十字路口出了一个车祸，啊，救护车也都来了，啊，来了以后伤患哈也经过救护人员的协助都已经上了救护车，上了救护车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后送到最近的医院，请局长回答，谢谢。请林局长答。谢谢议长，谢谢蔡议员哈。当然，救护在现场已经处理好，就马上后送。一定到。马上后送到医院。甚至在整个好，后送的过程中，有时候还会警察开道，好，甚至红灯也都会让他。好，畅行无阻，是不是这样子？对，没有错，没有错嘛，哈。我想说，下午三点哈，我要跟警察局还有消防局探讨一下，在竹山上个月，既然有救护车，哦，在后送的过程中被民意代表拦下来，而且作秀。做完以后，消防人员、警察人员还配合演出。你们辛辛苦苦二十几个小时找到失踪人口，结果配合民代演出，新闻稿还不是你们发的，是地方竹山镇的镇公所所发的。恁消防人员这兄弟有也蛮做压抑呢。大家辛辛苦苦，啊，找二十几点钟，啊，既然给一个政治人物在那作秀，在那里敢关心，你要关心，你去医院嘛，不是这样子吗，局长？这个部分哈，我想三点我们小组审查的时候再跟各位探讨，已经12点多了，哦，好，谢谢议长。然后感谢我们蔡议员，早上我们。拜登很多议员针对我们消防局林局长
针对刚才我们那个三日山条例的问题，议员问你，你去年你送出来的条例，自治条例送出来，议员审过了，现在议员问你，你说有自爱难行，这里面有自爱难行吗？你再给我答一看看，答我看看。刚才议员我问你，议员看的问题就是说怕有自爱难行嘛，对不对？你认为有自爱难行吗？这些条例，谢谢议长哦。简单答案。自爱难行的部分是没有。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修改比较圆满，没有，你刚才就不是这样讲嘛。所以有些问题，你定出来了，我们议会也征求你们的同意，给你们审过了。现在议员问你说有自爱难行，你是要矛盾要丢给议会是不是？那你们以后的消防局出来的送议会的问题，你都不要送议会，你们自己审就好了，是不是？哪里有自爱难行，我想不通啊。跟议长报告了，口误了。他那个法是定你也送内政部，内政部也被查了。对，不管他从哪个地方上来，只要在我们南投县发现没有照我们的规，我们就罚他嘛。那有什么自爱难行？内政部已经同意了，还有什么自爱难行？是，抱歉了，口误。对啊，那有什么自爱难行？那没有，当然没有办法，因为各乡镇、各县市有各县市的，你有办法要求花莲配合，有办法花叫那个高雄去配合吗？没有，人家不一定要嘛。但是你已经报内政部，内政部被查，内政部一定要公示给警政署嘛。各县市吧，一定是这样的吧？他那以后人家你如果花莲去的话，他也要给他也有那个公文，一定花莲也要照内政部给他的文宣布嘛，也是要执行这样。他不一定说要去罚要干，那是他的事情。只要在我们南投县，我们南投就一定要罚。这个有什么自爱难行，我都想不通。哦，你议员问你，你说自爱难行，那我们议会是在干什么？议会给你们过是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感觉你们要你自己的办法，你定出来，你要担当嘛。你议员问你，你就说最好自爱难行，害我们议员想不通。有的在认为他你自爱难，他是质疑，对我们议员有的是质疑说你这样，你没有跟别的县市配合的话，从别的地方进来，那没有他不罚我们有什么办法？你怎么没有办法？我们全部去管理。人家一卡拉去卡一个，恁就讲罚六万、三十万，这啥袂使罚？这去到倒位嘛会使罚，啥袂使罚？尤其是内政部同意，毋是咱家己自定条例，咱家己讲的、家己罚的。哦，这绝对有大有罚的嘛，这有自爱难行。哦，咱最主要是为了这案，咱是最主要要保护咱家己管内，咱这经销兄弟啊，救人救到落来，搁往法院判刑，来搁往罚钱，对哦。哦，咱定后摆伊要来咱家，唔来咱家拢办，要来为咱家申请，要为咱家治无，咱定这个办法来了。只要离咱南六外发生，咱就是要甲罚。哦，这本来你都叫，惊法院你叫律师拍，咱嘛是爱甲伊拍官司啊，对哦。所以咱就定用这个法尔保护，最主要是要保护安尼。啊，无咱平常讲，咱共罚的钱是袂用啊。哦，是一个制度，咱要求是一个制度尔。中央伊唔定较好的制度，咱家己来定安尼尔吧。所以议员你该问，你要负责去讲这话，不是刚刚讲唔做爱难行，噶做爱难行，恁敢定这个法律完信用啊？这恁定出来呢？啊，阮这唔是，阮议员唔是讲拢爬山的专家，唔是拢啥，阮哪有法度？啊，唔是法律的专家，阮哪有法度完全去了解？这是恁定出来，阮让恁通过，阮认为讲恁定的有理，让恁通过。但你要负责吧，好不好？哦，莫安尼，因为你像安尼，对哦。妈呀！那你因为安尼秘书，敢那阮以为拢对哦，拢凊彩处理你的尔，逐项代志都对哦。管理是好势无唔对啦，阮付费好势啊，但是阮又嘛是徛伫监督的单位啦，好不好？哦，局长较有魄力的啦，哦，啊，请局长，请局长坐一下。另外还有警察局长，警察局哦，上这个月的这个月应该。从你来到现在应该是第二次，那临时会是第二次，定期会是第一次啦。真的议员工的作用实在，拢朴素嘛，实在我感觉嘛袂歹啦。
但是咧，你对可能所了解，你较早伫外县单位较少，但是这毋是啥物歹。这当然，你有在个做个局长啊，哦，你素养嘛真好。但是，开会到即马，真侪议员的争执就是这个治安的问题。而且我嘛，尽量要甲局长要求，嘛要来拜托，甲各分局长、南投县的议员。只要还有一个去被拍、去被伤害，哦，突发的无算在内，哦，突发的，啊，讲有预谋的，恁无走去预防，佫发生一个意外去被伤害到，甚至局长、分局长，我无挨恁骗，恁家己申请掉，啊，无你看我有走搭电飞机都。如果你提案给你上警政署无？特别开会，我就叫议员提案，三七个来签名，给你上警政署。我未叫伊给你调啦，我未叫恁书记调。我会给你讲，你伫遮安怎，拄安怎呢？讲一大堆，让恁书记家己去处理啦。阮无权，通给恁调，但是咧，绝对有法度，予你警政署头壳摸咧烧啦。好不好？哦，突发我突发我不会讲，伊原有人时啊，有人啊，阮啉烧酒啊，是甲人口角啊，是哪个发生的，拢不会讲。哦，只要像这有感觉到伊，我你地方是咧创啥？有一寡代志发生，恁来去注意啊，恁拢无咧注意。哦，放假一再，代志已经发生几啊条，恁嘛有注意？已经发生几啊条啊？所以讲，我拜托。哦，嘛要要求，哦，唔是干阿安尼尔啦。恁啥物人是来讲啊？处理，我感觉处理，警政署甲恁调了，我无管伊，送要入来，我都无入来。我绝对要求管理唔接受，啊，无啥解啊，加看麦啊嘞。你今仔局长来，今仔局长是我无咧入去啦，无咧请我麦。呀，副局长来，副局长是我无咧入去。迄南投县政府所属的，哦，啊，县政府看要招聘无？对吼，所以我拜托，哦，咱遮警察，我知影恁辛辛苦嘛，真有责任啦。但是三十七个议员，恁都无在保护啊，恁是要谈啥物南投县五十几万块的治安？哦，所以我拜托各位咱遮个分局长也好，咱局长也好，注意阮议员出身的安全。哦，啊，最后感谢咱今仔所有热血。咱遮个啊，伫审查小组各单位的主管啊，咱今仔会议到这结束，感谢各位，散会。